好，那我们各位学员晚安。晚安。对啊，这个上个礼拜我先自首，上个礼拜呢我缺席，可是我突然间发觉，我收到客户通知的时候，发觉我真是亏很大，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上次没有录影，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温习上次的课程，我觉得真的亏很大。我刚刚看了一下上个礼拜的那个出席率只有一个人最大，所以你们说你们上礼拜真是太优了，所以呢都可以听到林宽旭老师这个非常精湛的这个讲解啊、哦。然后呢，今天已经是第六堂课了、哦，对不对？我们上次经过了明谦老师、宇博老师还有宽旭老师，加上我们四月十一的走读啊、哦，我觉得呢，以我以前的经验，应该是大家的心。对于步道的这个，我称为叫做心眼，一定是很不一样。我会称为步道，就是说，经过这些课程呢，大家对于步道一定想的，就是跟以前的想象，还有呢，你现在看步道，一定都跟还没有上过课的你，一定完全不一样吧？对。然后呢，经过上一次的上个礼拜的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记得明谦老师曾经在他的课堂就是讲过一个步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时空交错跟情感连接，对不对？那你现在对环境已经都非常，就是自然环境非常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堂课呢，就请到了，我们何文贤老师呢，他就是对于文山社区跟这个新基眼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呢，今天听完这个人文，新基眼的人文历史呢，我想呢，想必大家一定会对这一个新基眼这个步道呢，有更多的时空交错跟情感的连接。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何文贤老师，他是这个文山社大呢，这个文山学课程的规划师，而且是这个景美地方文史部落格的这个版主哦，而且他是台北市文化局举办这个咎由台北文山规划及导览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所以呢，他对于这个文山区跟新基眼的历史文化呢，算是这个达人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借由这堂课呢，希望这个何老师呢，让我们加深整个对于新基眼的这一个情感的连接。那现在就借由大家的双手，欢迎何老师。谢谢各位的介绍啊，那这个灯可以关一下，前面会打扮一下。那么一般我们提到先基眼啊，大概是觉得提到先基眼，很直觉会认为就是自然生态，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先谈自然生态。那么先基眼是在那里面有很多人文的内涵。那因为我本身是着重在地方文史方面啊，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把先基眼的一些人文做一个整理。那其实这个课程最早的时候是在文山社大教师研习的时候做的报告啊，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社区大学有一些地区的基地要耕耘啊，那么先基眼是我们的一个基地啊，那基本是我们的一个基地，那就有几个基地我们要耕耘，那要耕耘这个基地，当然要让老师能够对这个基地的这个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够有些融入式教学的配合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特别去为这次的这种说明来做一个整理，自己又觉得还蛮有趣的嘛，所以就要做一个归纳。那因为我们今天主要重点放在先基眼，那如果有一些其他属于这个我们文山区的一些基眼相关的内容，再来做一个补充。好，那么刚刚主持人介绍过，那本身我在这边事实上可能是在文山社大我开创一个叫做文山学的一个课程。那文山学的课程其实我们是以大文山堡，就是从公馆过来以后，从公馆过来以后的南区这一个区块，包括景美墓葬，再往内的圣坑石碇偏岭，再出来新店出来，这一个以前叫做文山堡，
那我的文章觉得这个过去的总的课程呢，就是以这些区域规划了四个学期的课程，然后把这些区域呢做一个重点的了解。啊，那总共开了两个那个循环以后呢，就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升。所以上学期开始呢，我又规划一个新的课程，这个课程叫做探讨课程。那所谓探讨的课程，就是说这个学员来啊，不是听听就走了，他要写功课。那我他带他去第一个踏查路线以后呢，我们就是要讨论哪些经典是适合把它做一个分享的啊。那每个学员要分配工作，我就要写作业。他写完作业，我要改，所以我很累了哈，还要改作业这样。因为他们里面有些会有一些记错了，或者是引用资料错误，所以我必须通过我的专业去帮他做修改。那很高兴初步有成果，那这些成果呢，我们就已经放在文山学的资料中心，所以各位可以用文山学去搜寻，用文山学去搜寻。好，那学院的作品就一篇一篇播上去，然后累积现在已经三四十篇了。好，那这学期继续做，那下学期还是会连续有三个学期去做这个比较这个深度探讨的课程。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分工，因为他们能够有更多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知道学院有多少人吗？学院好少，因为要写功课的人都跑掉了。所以上学期还有15个，这学期变成12个这样。所以其实，所以我很敬佩你们，因为你这个要去做普通，不是做普通，去做步道哈。那都各位愿意这样子一起来参与，我觉得，非常的敬佩，因为大部分人都喜欢单纯的享用，不愿意付出了哈。那我觉得像我的学员一样，你们这边愿意付出哦，所以我对你们非常的尊敬。好，那言归正传，我们来谈一下先机岩的人工采风哈。好，那先机岩，我是用几个诗句来当作是一个开始哈。那首先在我们在先机岩庙哈，先机岩庙就是我们先机岩里面那个最大的庙，我公共比东边那个庙。这个先机岩庙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门脸，叫做“仙气此山中，风光中秀，积痕流石上，云树生香”。哦，这个写得很美哦。很美啊！那风光中秀，云树生香，啊，那就里面就有提到积痕流石上，已经把重点凸显出来了哈，就是这个先机岩的这个脚印啊。那脚印怎么来？等一下会做一个说明。好，那另外在他的那个门帘里面有一个是先在蓬莱，罗片禅风，恒宠赞愿，激进猴山名砖剪尾，广地浮远啊。那当然最后面两句是属于这种庙里的用词哈，我们先不管，我们就看前面哦。先在蓬莱啊，就是神仙在蓬莱岛，蓬莱岛就是台湾了哈。罗片禅风啊，就是吴仲斌曾经在蟾蜍山啊这边有一些故事发生啊，所以他就在这个附近在游玩。激进猴山，猴山就指我们动物园后面那个猴山院。名砖剪尾啊，名砖剪尾，那剪尾就是我们剪美过去的土地，最早的地名就是剪尾。那这个剪尾怎么来？它是一个有公证，他说郭溪流那个时候在1720年开始开凿有公证的时候，那开凿的那个从新店这边引水要到过景美溪，要灌溉台北东区农田的时候呢，过了这个景美溪要怎么过啊？这个是一个大的工程哦，特别在1720年那个时代，到1720年到1740年，整个水圳开完以后呢，就开始用这个怎么样让水过这个金美溪的事情。那这个第一，他后来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是用这种木剪的方式。那木剪的方式就是说，用那个木头跟木片，那木片呢，把它变成一个玉字形的形状，下面呢撑着木桩，让它有一个空间让水可以流过。啊，这个构想非常好，就跟那个水桥一样。那木桶就是一种水桥，它那个水量有固定的水能够经过景美溪，然后到公馆以后往台北东区去灌溉农田。可是呢，有人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心的人帮我们架了一个桥让我们可以走？那时候都要摆渡嘛，啊，你要到对岸去要摆渡，那怎么那么好？有人架一个桥，大家都在那边走，走就走坏了，走坏了这个水没办法输，那过去的他就想说，那这样子没办法，那我就从河床，我用水缸。水缸把那个水缸壁打破以后，一个接一个放在河床里面，用虹吸式的方式让水的水压能够这样冲上来。
好，那这样看起来初步有一定的成果，可是呢，很倒霉，这个河床啊，等大雨一打以后啊，就冲毁了。好了，那就是他用这个水桥也不行，用这个虹吸式的水缸也不行，郭启柳就这样抑郁无终。所以事实上，整个水利工程并没有完成。后来小孩子郭元芬接手之后呢，跟工程师讨论啊，觉得还是用水桥的方式好，但是他看他爸爸弄那么久以后呢，就有了新的想法，那就不用平底的方式，他用 V 型的菜刀剪，那 V 型的菜刀剪你就没办法走人了。好，那从此有工程就顺利运作。那因为我们集美就在那个木剪的尾端，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丁妹，对面那一头新店叫丁塔，丁塔，所以那个丁塔这个丁妹，那这个剑，这个剑呢？日本来看，哎，这个什么字啊？没有看过哈、哦。那剑跟风景的景，风剑一样，所以地名就把它改成风景的尾端景美，啊、哦，风景的尾端景尾啊，景、哦、美。那闽南语念起来一样嘛哈，丁贝丁贝丁贝，通通赶快，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名称已经被改变了。那一直到民国1939年，景美跟木栅本来属于深坑管辖的，哈、哦，深坑乡管辖，深坑景美木栅在台北县时期。啊，那民国1939年，景美就单独设镇，它设镇如果叫做景尾镇，就很难听了、啊。哦，这个地方你在看这个风景的尾端，就不想来这里了、哦、所以地方耆老就建议要设镇，改名字就改成景美镇，风景很美丽的啊、哦、一个乡镇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景美，是以前从风景的尾端、木景的尾端所沿革而来的。所以如果你坐捷运来，你会发现这捷运在发音啊，它不是有国语、有台语、有客家话的嘛，还有英文啊、哦。这个闽南语的部分就是经历，你的经历哦。如果经历就是外地人的说法，因为它风景美丽直接翻译，那个经历就不是外地人，本地人就讲经历，它风景美丽翻译。哦，这个有一点。就是知道分辨他是本地和外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分辨。哎、欸，对来，我经历来哈，这个外地，我经历来，这个本地的，就很清楚哈。从这个地名，那就会了解哦这样的一种说法哈。那这个顺便带一下文史了哈。好，那景美吉庙，景美吉庙就是在我们啊这边往市场那边走，就富人里这边大概50公尺哈。那边它的门脸。也有一个对联，叫做“景山展画屏，脉中宝刹千人半，溪水环玉带，托印华堂万点光”。好，前面“景山展画屏”就是讲了后面的景美山。啊，那时候日治时期叫做景尾山嘛，啊，我们叫景尾，所以那个叫景尾山。那景山就景尾山，景山展画屏，看这个景美山风景非常的美丽，啊，展开那个画屏，啊，这后面两边。这个脉中宝刹千人半，这个宗教的什么用品啊？溪水环玉带，溪水就指的景美溪。景美溪呢，就刚好在我们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转弯，然后由本来是由溪流变成往北流，啊，由西往北，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转弯。那刚好做一个环状的一个转弯，所以溪水环玉带，啊，跟一个玉带一样，泼印华堂万点光。那个坡啊，水坡，照映着这个那个华堂很美丽的房子，然后有那个万点啊，这个万点的光芒啊，就是那个景美街早期是柳公孙，啊，景美街早期是柳公孙流过那个景美街，那流过那个景美街的时候，那时候景美街很多住家，那晚上点灯就投射在这个那个柳公孙上面就破印华堂万点光，好，所以指这个地形的一个形容啊，所以你会发现庙宇里面的对联很多都是就最近这个附近的地名会地形地物会做一些描述啊，包括我们讲仙居岩里面的，包括奇迹庙里面的啊，都有这样的一种对句来说明啊。那第二个我们可以从仙居岩297项，不是243项。这个登山口，哦，就是我们，这边前面景中街再往前一点，这边就有一个仙居岩的牌楼。那这个牌楼呢，是里面就有还是有一个对句，这个对句就写着
天下祥云真托，文山成显圣，激流古庙是真，金面好风光。这个断句是我自己断的，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这个到底怎么断。其实这一句写的不大好，又不文言又不白话，想要文言又不够文言，想要白话有些又不白话。仙驾祥云，哦，这个我们知道。真说文山成显圣，就是只说曾经这边有吕洞宾，就神仙出现，哦，这个地方，哦，这样子。下面激流古庙是真，金美好风光，这个足迹，啊，哦，留在古庙后面的岩石上，是真的，哦，啊，极美，这个地方是好风光，应该是这样断吧？因为仙驾祥云，真说文山成显圣，激流古庙。是真极美好风光，很怪的，所以我后来觉得可能这样断是比较能够了解的，比较好了解的，那也许不要断，让你自己去猜一下好了。好，那第二个，我们如果往仙气岩这个243这样的牌楼上去以后呢，就会发现有一个慈善亭，这个慈善亭呢就有一个对句，写着仙境飞遥有此境，机恒常在引人来。你看从这边进去以后，就开始要步入仙境了，所以仙境没有很遥远，从这边进去，你就准备到仙境去了。机恒常在里面来，那个仙境的那个足迹啊，有在那边就吸引大家来探求去。好，哦，这个是那个常，应该是写错了，应该是经常的常。对，那这个常，我是要站到原对记的字文字来做叙述哈。啊，那这个就是。再往仙气岩头上，他特别写的这个对句来告诉你，哦，上面就是仙气岩的哈，就是仙境啊。那这个是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在雾气庙里还有凉亭的一些对句哈。那我今天分成四个部分来做说明。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整个仙气岩的概说，再来我们谈一下仙气岩过去有一个旧八景，啊，再来我们谈到它一些民间信仰，啊，就是有一些很多庙宇藏在。仙气岩附近的这个地方，好，最后我们把一些零散的东西，我们看得到还蛮有趣的，啊，就把它在这个地方啊做一个说明啊。那首先我们就谈一下仙气岩的概说。我们如果简单，如果人家谈到仙气岩，我们狭义的讲，它是指有足迹的那一块石头，啊，这个我们讲是狭义的说法。那广义的说法，仙气岩就等于景美山，啊，那早期也叫做狮子头山。它是等于是在南岗山系哈，南岗山系的这个余脉，啊，最后啊跑出了这个余脉，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讲景美山是仙气岩，单纯讲仙气岩，应该到最早是讲那个脚印石头，那个脚印上面的那个大石头，啊，大石头上面有脚印的那个石头，好，那广义讲就是讲整个景美山，啊，那也叫做狮子头山，标高以前是144公尺，啊，现在有缩水变成141公尺。就是142公尺嘛，那面积有10.8公顷。那其实我们讲这个整个仙气岩，我们从这边看过去，它是事实上是有两座山组成的，啊，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景美山。其实，在靠近南边哈，靠近南边还有一个是顺后山，标高77公顷，啊，那边有另外一座山，就等于说我们靠这里有一个安部，啊，从高点下来有一个安部，然后再往上就有一个山丘再下去。所以中间有安部的地方，就是两座山的一个区隔啊。所以那边有一个尊后山，尊后山上面也有一个测量点啊。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啊。那整个景美山就是从那个东南往东南延伸到景美地区。所以早期还是靠水路在运输的时候呢，从远处看，老人家想说这个跟一只龙在吃水一样，这个龙啊，这个从盘天而降，然后这个龙头呢就吃这个景美溪的水。好，那等一下会照片给大家看。所以他们认为，哦，这个是风水太棒。你知道那个风水师啊，就会这样看看，哎，就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妈，哦，这个是龙头啊，这个啊一些有没有的，就讲说，哎，龙吃水，那龙吃水，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宝地，所以发展很好。果然没错，景美很早就开发。为什么景美就开发？因为它刚好为景美溪跟信殿溪的交通。那往那个万华这边的这个物品呢，就送到景美这边来；往新店、深坑、石碇、木栅这些农产品、茶叶就送到景美来，刚好在这个地方做交易。
好，所以早期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地理上的优势呢，就做了很多贸易啊，所以这边很多人就赚了很多钱，他果然是一个宝地。后来水运慢慢淤积以后啊，就不再运行，就被开陆运。陆运比如说有一些台车就是我们用人力的推车哈，那当然后面还有公路火车等等。那开始有这个台车以后呢，水路就不再弄。那从此以后，那个富这个各位透过台车把物资直接送到新店去，送到木栅深坑石碇去，勤勉就失去一种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啊，商业行为就失去这个功能，从此就没落。那老人家当然会讲说，这是因为啊陆路开发风水破坏，这个农路到水，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来自于交通的改变嘛，而不是说地理的改变啊。可是你当你没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的时候，只好用这种啊比较属于这种地风水的角度来说明。所以很多人家里不平安，就会提到这个里面有原因。那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代起来很衰的事情，你也不得不相信这些东西啊。好，那所有的这个发展其实都是用交通当作是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啊。比如说早期景美发展是水路，包括景美街的发展也是因为渡口设在我们景美街的街口。那后来整个靠陆路以后，靠火车了以后呢，整个那个人就往火车站那边移，所以我们后来景美街就没落了。我们讲景美街以前分成上顶街跟下街，顶街是靠近河边的那一段，下街是靠近我们这个景美街庙跟七星宫这一段。那早期是顶街比较繁荣，因为渡口上来啊，大家在那边交易。那现在是因为坐捷运坐火车，以前坐火车，现在坐捷运，只是下车以后就直接从下街这边开始消费。那你人肚子能吃有限的，吃了几餐就饱了，所以到顶街以后就没人去了，所以变成下街繁荣，顶街就没落。那这个完全是因为交通的关系而造成你的整个这个我们讲这个商业行为的改变，好不好？那你看，从我们上来这样算不算？算不算是走？像对不对？把那个从这个地方，盘了下啊，这个跟这种蛮好吃的一个水，啊，那后来当然这个。就开一个展馆，那这个是早期，如果没有这些大佬啊，就是分支股东，然后知道这种系列水一样，就是龙池水的地理景观。好，那现在你看这一栋楼又盖起来了，什么啊？龙困山中啊，所以就增长出来。那这一栋大楼其实最早期是文山区的第一豪宅，背山面海面头。背上面的水岸第一排，然后盖的非常的华丽，巴洛克的建筑，是我们景美第一家有抽水马桶，非常漂亮。好，你看它后面就是山，前面是水，那二两层楼，你可以到那个第三层的那个露台，有看风景，非常的漂亮。可是呢，民国71年，木栅路要拓宽，他家就活生生的被切断，那。它的靠河边这边被切断，靠山边也被切断，因为靠山边要开路，开那个锦新路，靠河边你不要拓宽，所以它就被它家的被面山靠山的部分被切掉，靠河的部分也被切掉，就没人住，就荒废在那里，荒废很久，荒废到2年前才开始，房地产涨到后代子孙本来不想理的都要理，因为实在值钱了，因为以前那个地能够干嘛？就小小的一块地，可是现在你看，它可以盖起来，然后隔成那个套房，租给世新大学的学生，这样就够了，所以就盖起来的话，当然原来我们在屋子介绍的话，还可以看到一些残迹的哦，它现在完全看不到，至少他们后代子孙还有点良心，他有把他原来建筑的元素放在这边，比如说他这边就有一些巴洛克的一些图放在里面。还有把他们以前，他祖先可能他应该祖先应该是阿祖吧，应该是阿祖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上个叫许新泉，就把这三个字呢，还是放在这个大楼上面，
啊，算是还有点良心，知道饮水思源啊，所以有些元素哈，二楼那边也有说还有那个许昕泉，都还放在这里面啊，所以各位有空经过那边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大楼为什么有个许昕泉？主要就是要纪念他们这个祖先留下来这个文史产啊，饮水思源啊，那这个就是先机眼留下足迹的那一块石头，所以我们讲狭义的先机眼就是这一块石头，那这个是过去。还没有被整顿前哦，就有很多很多爬人类啊，就是爬到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一个旗杆，还会升国旗，啊，还有人挂国旗在那边哈，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哈。那后来当然这就清理，就变成这样的，好，就清理掉了。那个石头就在这边，脚印就在这个上面，在这上面。那当然现在上是有围起来了，就是有凉亭围起来，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爬上去的时候，要胆子大一点。所以胆子大一点，就是说。因为它要横越一个栏杆的哈，那是还好，因为这个石头会有那个坡度啊，但是不要再人太多的时候，压力会很大，到时候被摔下去就看了。所以你要在人比较少的时候去跑去看。如果你对那个脚印真的很有兴趣，不过你也不用去，因为我今天就把那个脚印拍来给你看。好，这个脚印在这边，这脚印多大？就跟我的手掌一样大，跟我们手掌一样大，这一对脚印。哎，这个脚印真的发生了，真的在这边了。对不对？然后这个部分我就要开始谈，一对足印各自表述。说这个脚印怎么来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所以这个一对足印就各自表述。那怎么样表述？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脚印就刚好大概小孩子的脚啊，所以跟我们手掌一样大，不是大人的脚啊。神仙的脚可能真的比较小，因为他不用走路啊，然后不用走路就退化萎缩掉，他都用飞的嘛。所以神仙的脚跟小孩子脚，这是我帮你讲的。好，那这脚印怎么来？首先跟吕洞宾有关系的就有三种说法。好，所以我们现在《足印传说吕洞宾篇》，吕洞宾讲什么？就以前人家过了公馆，要到龙山堡，会经过那个长竹山，在公馆旁边，反正有那个气象局的那种雷达，那种就是长竹山。他经过长竹山的时候，会一阵烟雾，他这个人就消失了。就死就没有了啦哈。后来这个吕洞宾来勘察以后呢，认为是妖魔在作怪，然后经过详细盘查，原来那个是蟾蜍山里面的蟾蜍精，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把人抓走了。于是呢，就站在这个先机岩这个大石头上呢，去把蟾蜍吊起来降服。那因为那时候在吊蟾蜍的时候有点用力，所以就死了。那后面的人就觉得，哎，这个是仙人的足迹，这个仙宫，仙宫就是吕洞宾，我们讲的仙祖啊，仙宫。那仙宫的足迹，所以称这个名字叫做仙祠的足迹，这是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是，我们就是用逻辑性的角度，它的是对的，因为刚好那个脚印是面，那个脚趾头是对向那个蟾蜍山，啊，这个还可以点逻辑。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吕洞宾在仙界要追求何仙姑。那哥哥，你和仙姑很讨厌，推的话，不小心他脚就落在那个仙蟾蜍山，他去那边风水很好，一脚都跨过来，跨到了这个地方，金美山这个石头上，留下了脚印。这样的说法不大对，为什么？因为那个如果说蟾蜍山往这个方向，那脚应该要转向，除非神仙的脚是跟我们长得不一样，要不然应该会转向，所以这个说法是不通的。那，就是木栅那个仙宫庙，就是紫兰宫，他们也一直认为说，这种传说没道理。为什么？因为这种已经成仙了，就没有七情六欲，而且何仙姑是吕洞宾度他为神为仙的啊，所以不应该有这种男女私情存在啊。对，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一直在破除说情侣。到紫兰宫拜拜就会被拆散，这种说法，就特别在那边呢，特别是在有办那种类似像这种，很多活动，就是欢迎亲友结伴，就一起进入紫兰宫这样子，那所以有人就想说，如果他交一个男女朋友，然后想跟他分手的时候，就把他带到，说哎，就去紫兰宫玩一玩，就分手了这样。那另外第三种关于吕洞宾的说法，就吕洞宾要死的。是在那个仙宫啊，他从蟾蜍山想要一跃就回到紫
指南工具的话，但是一试脚印就落到我们经验上。那这个一样模型不通了，因为方向不对，所以这边比较可以采集的就是这个，就是吕三宝那个蟾蜍啊，为了降服这个蟾蜍留下了脚印啊，这是吕洞宾的这种传说，比较可信的是这样。好，那第二种传说，慢慢就由神仙到圣命了，慢慢就会从人想象到实际的这种状况。好，这个主角改变了，这个主角变成刘海啊，一样是云游造纸，然后掉那个蟾蜍，故事内容一样，但是神仙不一样。那为什么是刘海呢？因为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传说的故事是刘海戏蟾蜍啊，刘海戏蟾蜍，刘海戏蟾蜍就是一种民间的一个故事啊，所以我们会把蟾蜍当作是一个类似像身材的会比较钱，所以上面不是有在卖那种蟾蜍，那种硬币，然后那你会发财烧什么烧马一样，我们那个招财蟾蜍，先招财马一样，那这个刘海戏蟾蜍，所以就会把故事变成是一个刘海。但是如果是刘海，那应该不是拜吕洞宾，就要拜刘海，不是我们是拜吕洞宾。所以这种说法是先机眼上面说名牌的其中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刘海戏蟾蜍这样的推论而已。事实上刚好跟蟾蜍有关系的这样的状况。那刘海没有被拜，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好，那你其中另外一种说法是一个神机，就是说一个木桶在这边。先机眼放养放养嘛，以前还是皇帝的时候放养放养，然后肚子很痛，然后就在地上打滚，然后就开始做，然后求神明跪着拜，这个肚子痛就奇迹复活，奇迹恢复。那奇迹复原以后呢？大家就想说，这个一定有神明的保佑，所以这边原则上有神明的保佑，所以呢，他就因为就这样奇迹康复以后宣扬圣经啊。那我不晓得这个跟那个脚印有什么关系？可是他的说明牌真的是这样刻这个故事，可是我就想不通有什么关系啊？那其实你如果问祈祷，我跟你讲，不要去听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那种木桶在那放，太无聊了，你就好像羊牛在那边，你就用你的脚在那边刻出刻，每天刻一点，刻一点，刻久又觉得那个脚印，这个叫合乎这种事实的根据。可是呢，我们又不愿意接受这样，这样就没有神仙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宁可相信是吕洞宾留下的足迹啊。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是吕洞宾留下的。好，那其实比较真正的合乎事实的应该是这样，我这样就没意思了，就没意思。所以我们还是相信他是一个新人之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一个先机眼哈，这个脚印的传说。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过去先机眼它的交通。那你早期我们如果靠河运，如果你不坐船，你要怎么到你的墓葬的那个坡子？你就要爬山，就要爬过这个先机眼啊，从滇贝，这个就是我讲的滇贝到坡子口，坡子口就是考试院那个地方。那你要从坡子口到考试院，你就要翻过这个吉米山啊，才会找到嘛。那个时候叫吉米山。那一直到1919年，从我们1919年那时候日治时期就是这个经纬啊，所以我会根据那时候的状况来用一些名称啊，不是写错，而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状况，然后来对这个经纬的地名做一个标示啊。从我们这个经纬清楚那个轻便车，然后这个经墓葬到圣坑湿地，所以这一个1919年呢，有这个台车从景美金木葬圣坑湿地，就沿着景美西，一直往到圣坑到湿地去。这一个轻便车是在1919年就开始，后来就把它拓宽成为木葬路。啊，所以你如果从这个我们景美桥这边开始，一条路一直通，就通到湿地去了。啊，就是这一个原来的台车轨道，那后来再把它拓宽，就变成现在的木葬路。好，那新农路呢？新农路原本其实没有。到木葬去，它中间是隔开的，因为中间也有小山丘，就是有高度的，这个不是平地的，是有点高度，也是有这个山丘组合，所以以前新农路只有到在新中小学前面就没路了，就到顶了。那后来到到1974年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山铲掉，
铲掉以后就接到木栅去了。好，那好，那我们就会发现新农路三段跟四段的交界口在哪里。我们如果说一般常识判断会认为木栅路会是新农路三段跟四段的分界点，因为有一个马路为线，一定会这样想。可是呢，你如果只是注意去看，它的分界点是在新中小学的前面，分界点就在那里。所以在新中小学它的柱子也是木栅路四段，虽然还没有过木栅路，但是它已经是木栅，没有过木，它是新农路四段，虽然还没有过木栅路，但是就是新农路四段。所以三段跟四段的交界口就在新中小学前面。那你如果经过那个地方，你注意看那个山形，就是有很多那个叫做像是那个叫挖山的那个坡坎，那个坡坎就是很高，那就是铲除掉的这个马鸣盘山啊，所以就变成从在新中小学开始就变成木栅路四段，所以请介绍三段啊，在新中小学前面那也叫自强路啊，那铲除就变成三。那锦新路也在1974年开始开通啊，那新农路由新农路呢就可以接到木栅路去啊，应该是从新农路，对，从新农路就可以经过锦新路到木栅路去。那1978年辛亥就是那个辛亥路有打通，所以打通了景美山叫做怀仁隧道。所以我们在1978年仙剑上面那个隧道，怀仁隧道是在1978年打通的，所以变成是早期靠河运或者靠这个台车或者陆运打通，这路就四通八达。所以我们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从景美这个地方不管哪一条马路都会接到木栅路，很有趣的哦。锦新路接到木栅路，新农路接到木栅路，万荣路接到木栅路，所以只要有路都会接到木栅路，很有趣啊。这个就是因为木栅路它刚好是一个比较环状的这样弯曲，所以任何一条通往那边的路就会接到那个木栅路去，这个在那边有的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目前这个新怀仁隧道就贯通景美山，那在这里面呢？就有我们刚刚讲，这个是木栅路，这个木栅路，啊，这个锦新路，啊，这个新农路，啊，万方路就通到这边，就因为它这边装过来，所以就会接到。那这个附近有锦东里、新安里、新业里、新德里，还有华新里跟西苑里。好，那这几个里呢，共同拥有这个新基野，那这里面最积极的就是锦东里的里长，那个高里长最积极，他一直会把新基野当作是他在，做里长很重要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地方，所以不断的邀请这些里长来一起讨论要怎么样美化新基野啊，一直比较积极的啊，那这就是有六个里环绕的一个新基野啊，所以整个算。交通很方便，好，那我们刚刚讲台车就是这种台车，那这种台车就是有人，这个是苦力的啊，在后面推这个台车，啊，那平常这个地方是你只要木头合起来就装货物，啊，像这样煤炭就合起来装煤炭，那如果把这个拆掉，那就会停放的板凳就可以坐了，那不想走路的啊，有家里有点钱的就坐这个台车当你推，就省一点力了啊。那曾经我们在景美那个新农路啊，从国树湖路一直到警察学校这一段新农路骑着台车，因为那里面有煤矿，那煤矿就要靠这个台车运出来。那如果到清明节的时候呢，那个台车就变成是运送扫墓人的这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刚好公馆过来的山丘哈，所以城内的人如果去世以后呢，都会埋在这边。所以你知道以前我们讲的哪里说那个要出殡，一个出丧，怎么样？出丧就是到山上去，要出去到山上去出丧啊，就是把人直接就埋到山上啊，跟出丧。所以这个是有这个一个意思的啊。那这个是还没有开发的新基业，你会发现事实上它整个都是山，
那这个等于不管是等高线的高或者低呢，整个都是山。那事实上这边里面就是谷地，所以我们讲集美这一块就是一个谷地。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马鸣潭这个地方是不是山隔起来？啊，这个就是新南路三段就到这边。那你把这个铲掉，才会变成新南路四段。那木栅路在这里，就是原来台车的位置。啊，那木栅路四段就从这边开始算，对，不是从这边开始算。啊，那原来这个木栅路就是从这个台车这样子，啊，一直到深坑石壁去。啊，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都是属于这个山坡，山坡。那这个曾几何时，人不断的增地的结果呢，就变成在我们先基岩里面，只要缓坡的地方全部盖满了。哦，所以本来这个地方应该都是山，啊，现在都是盘。所以只要可以开垦，全部开垦，这个是世新大学，这个是考试院后面，哦，这个是新农路这边的家家社区，新农山庄什么的东西的，哦，这边很多全部是山坡的地方，哦，就全部广阔的地方就开垦了，哦，所以跟过去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山，哦，情况就差异非常大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到仙基岩上面去，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啊，首先你往西边看。就会看到新店溪，再远一点就会看到新店溪秀朗桥过去左边那个尖山，那个尖山真的是尖尖的，啊，这个尖顶，所以叫做尖山，就是秀朗桥左边那个山叫尖山。好，那会看到林口台地，看到观音山。好，天气好一点，看到那个林口台地接着观音山，啊，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就跟和中和永和为界。那往北呢，往北基地点就看到我们这边东莞的蟾蜍山。新湖山、中埔山、中埔山东峰属于南岗山系延伸下来的，所以南岗山系从南岗山开始，然后到了那个四寿山，接到我们这边的中埔山、中埔山东峰、中埔山，然后到东莞的蟾蜍山，还接到广藏的一个小观音山，整个都是南岗山系。好，那当然，小观音山跟蟾蜍山后来也是把那个小比较平缓的坡地把它铲除掉，就变成现在的国师五路了，哦，好，那这个我们那边就是公馆跟公馆跟大安区的哈，那中间就是有五指山系，再远一点我们看到大屯山系跟七星山系啊，所以我们往北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这个集美溪这边开始，还有南岗山系，再来有基隆河，再来有五指山系，再来有双溪，就有七星山系，再来有黄溪。就有大屯山系，所以每一座大山中间一定有一个河流，河流，那就变成是山跟山之间会有一个大的河流。二格山跟集美，跟我们的这个南岗山就是我们的集美溪。好，那我们的这个南岗山系跟五指山就是基隆河，那五指山系再往北跟七星山系就是我们的双溪，然后七星山系跟大屯山系中间就是。黄溪，啊，就是都有一个河流，啊，那因为你有那个山坡，一定水会下来，虽然会有山谷一定有一个河流，啊。那往东边看，我们就看到新农山，那新农山也叫做马鸣潭山，以前叫马鸣潭山，啊，现在叫新农山，啊，那也是属于南岗山系的，啊，那再远看就是二格山系，啊，二格山系。那往南边看就看到集美溪，那集美溪就是二格山系跟南岗山系中间的河流。好，他会看到二格山系，啊，看到木栅跟新店，啊，这个所以他的视野非常好，可以看到四周的这些群峰环绕，啊，还有河流贯穿其间。好，那所以我们往东边看，啊，就可以看到这些，啊，像这些大楼林立，这些大楼基本上好像盖在山坡上，对，这个都坡地，有个坡地，啊，这个是万方社区，那万方社区是叫做140高地。因为它标高140公尺，所以叫140高地，是台北市第一个，山坡地开发的示范区，是政府来主导开发的嘛？因为平地已经太少了，那就看那个140不高嘛，它可以开发，所以就等于把那140高地开发成万方社区，啊，是这个地方，万方社区啊。那你看这些都是山庄，啊，新农山庄、五家家山庄之类的，好，那往南边看，你就可以看到景点溪跟这个。那往西边看，我们就会看到林口台地跟观音山。哎，那下去就淡水河了哈。哎，你看那个林口台地真的很平，
其实台北还没有，我不晓得宽心大哥有没有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在台北还没有下线的时候，还没有地震下线的时候呢，大汉溪是从那个石门注入到台湾海峡，新店溪是从林口注入到台湾海峡，所以新店溪早期是经过林口注入到台湾海峡的。那后来整个地震以后呢，哦，这个有些隆起，有些凹陷，变成新店溪就往南边流了。啊，因为那个高流流不过去，所以河流就改道了，河流就改道了哈。所以古新店溪它是经过在林口流出大海去的，啊，很难想象哈，这是古新店溪哈。那，啊，因为地层的变动以后，啊，有些凸有些凹，台北就变成凹陷的一个盆地。那因为凹陷以后，河流就往这边流，啊，所以新店溪呢，就跟那个大汉溪，那大汉溪本来从石门那边，石门那边也不能流，所以它就往那个北边流，就跟新店溪汇在一起，然后就变成淡水了。那这个河流呢？河流一般都是用它的出口当做主要溢流，或者两条重要的河流汇流以后，它如果汇流以后没有再更重要的河流汇进来，就是它的名字。比如说南四溪跟北四溪在新店汇合，所以它叫新店溪。中间没有更大的河流，所以一直就叫新店溪。那景美呢？从那个乌涂溪跟奔山溪，在石碇那边的乌涂溪、奔山溪汇合以后，在双溪口永定溪汇入。永定溪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双溪口？就是我们经过那个桥，要往右边就到石碇去嘛，往左边就到平溪去。那个地方叫双溪口，因为它两个溪流汇合，叫双溪口。那永定溪汇入，那个时候叫石碇溪啊，因为奔山溪跟乌涂溪汇合，在石碇汇合，所以叫石碇溪。然后到永定溪汇合以后呢，开始就到没有河大河流汇进来了，所以到景美注入新店溪，所以叫景美溪。那我们新店溪跟大汉溪汇合以后呢，就从淡水出口，就叫淡水河。那你会问一个问题，那你怎么解释基隆河？对不对？它又不是在基隆出口，又不是在基隆流入新店溪。那这个又牵涉到基隆河最早真的是从基隆出口。最早的基隆河真的是从基隆出口，后来因为地层改变以后，它就往南流才注入新那个淡水河，所以那个名字就没有改变，还是叫做基隆河。但是真的早期它是从基隆河出口的，这个很有趣了啊。这个河流，因为刚好看到这些资料，很想去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好讲到这个林口台地啊，那我们新店古新店溪是从林口注入到台湾海峡去。这个要有点想象的，那这是台北盆地的地质的变动，产生的结果，好，产生结果。那如果这个有兴趣，你们有机会问到那个林冠军，可以拿他蛮知道这样的习惯啊。好，那我们往北看，就看到这个陈竹山，啊，然后这个新龙山，然后芬兰山、中埔山。那我们新内隧道经过那个就是中埔山的东宫，哈，啊，那很多人以为那个脚印在这边，这个根本乱讲，哪有什么脚印？遍寻不着，因为他找错石头。他在这一颗石头，以为先机也在这一颗石头上，找错石头，不是这一颗哈，是不容易爬上去那一颗哈，所以很多人在这边找不到。那这个地方视野还蛮不错。好，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把它用一个名称来那个形容，就是在冰洋上，因为这边哈是那个林木广域，这边是。对，这个夜总会非常热闹。那中间刚好很明显的一条线隔开。那这个隔开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啊，新福庄跟万盛庄的交接口。以前我们这边有两个村落，靠近锦新路以东的啊，以东的警察学校这边叫做那个新福庄，从锦新路往河边的这边叫做万盛庄。那这个万盛庄跟新湖庄呢，山就从这边切开，那这边切开，这边就是一个森林区，这边就是一个公墓，啊，所以这边有一个阳的阴，所以叫阴阳山，跟那个阴阳河一样，这个是我取的啦，啊，那个地理上面没有根据，是我自己取的，啊，如果到先机岩爬山去看，就会很明显看到这个阴阳山，好，啊，那我们曾经做踏查的时候呢，从这个花木市场的公路这边，然后爬上这个。
这个阳山再经过阴山，然后再下来，啊，一块下的，这是一块下的台阶，去府墓考察了哈。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都还是概说了哈。先机岩有多少个登山口？好，各位在座的这个就对了，我们有去参观嘛哈。进入山到304巷25号蒋经组后面，好，这一个是先机岩最有原始的步道的路线。那2014你去年啊的所做步道嘛，好，有一段所做步道，这个是先机岩里面最漂亮的、最原始的这个步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画的精美，所以是哪个了？其他的都是水泥面的或者是材面的。那有几个步道？首先第一个，景新路243巷，这个243巷这个有牌楼，这个是主要登山口，所以它的简介都是这个。简介里面都提到这个23巷那个登山口，那这个登山口又有一个263巷，短短的就跟它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就算那个登山口。其实你要说它两个也可以，可它相距不到，大概5公尺以后就接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算一个登山口，不要去夸大了，它那么多登山口。第二个，锦西路297巷，这个297巷在哪里？上面有一个加油站，怎么样？就在那个地方的登山口是217巷登山口，那这个登山口呢，会跟木栅路一段7巷相接，很短，所以我们就算一个登山口就好。虽然从世新大学旁边那边有一个登山口，也可以接上来，但是我们不要夸大，我们就算一个登山口。那中途就会经过去墨山，好，这个是。那我们一般导览都喜欢从这边开始带，因为如果你从这个牌楼，你就不会去那里。那我们会从这个巨诺山开始，那就会把整个先机岩的那个能线都走完，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啊，如果你有兴趣，加课我带，好不好？啊，这从这个297巷带上去，里面就先机岩里面有大茶坡吗？有没有？没有，就是主要手作步道那边了哈。考虑加课好不好？啊，那找我可以，找林宽心也可以，找张秋敏也可以哈。那如果想听多一点文字就找我，想多听一点自然就找林宽先生、张秋敏。啊，顺便推销一下，那个礼拜六可能你们现在报名来不及了，文山茶笋节哈，开始有一些系列的活动。那有一个活动是有关系今年的踏茶，那这个系列踏的这个折页，我想办法先要给你们，好不好？好啊，你们每个人我都要得到，你们每个人都有。啊，茶笋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所以应该。要社会要给你们一些回馈，好，那这个很有趣的哈，他就从，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是今天刚拿到的，好，很热，好，《先机物语画集美》啊，从台北盆地的前世今生地质的变化，还有我刚讲那种大山形，还有地理地形、地质地层啊相关的传说，它传说只有写3种，他就因为他把他们刻在那边的把它写出来啊，不像我这个。就收集比较多一点啊，还有一些那个它的这个庙，先机岩庙，好，那还有那个自然生态有关的植物片，啊，那各位可以传一下，这今天刚拿到的，啊，那我去要看看有没有，好不好？要看，应该不会那么快，应该等他们活动办完以后才要看，所以，哎，这个应该是说你们真的有去所做步道才给啊，对呀，对不对？应该这样子嘛，因为你都还没有真的去做啊，还没有贡献啊。有啊，有道理啊，哦，有道理。好，然后这个，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好，讲这个，啊，这个巨诺山。那第三条是锦西路153巷，那这边153巷上去呢，就有一些，我等一下照片给各位看，有些旧房子，还有些坟墓。那其实这些都是违建，这个是又牵涉到民国38年的时候，哦，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很多老兵就很可怜，没地方住，哦，所以这个山坡地没人住，他们就这边搭房子，哦，然后慢慢就变成违建。那我建政我不得不接受，因为他也真的没地方住嘛，所以就变成都是变那个临时的地址，哦，那甚至跟那些墓园为邻了哈，所以这个就是153巷下口。那这一条我不建议走，因为它比较陡。我一个朋友，啊，我说天气很不错啊，你们有空可以来。他别的地方不走，就走到这一条。这什么地方啊？又难走，又有坟墓，又陡。我说你找错地方了，你要从243巷那个牌楼登上去啊，那完全不一样嘛。你这样就走错步道，感觉会不一样。那山还是在那里，可是呢，你走错步道，感受就不一样。啊，对，所以如果每个人从先机岩都从我们的手作步道上去，
哇，一定大为赞美，对不对？台北怎么有这么漂亮的登山步道，对不对？一定是大家赞美。好，所以各位这个这个会对社会很有贡献。好，另外在锦华街150巷或176巷这个锦兴国小旁边，那这条是常常有人在走，就刚好锦兴国小的后面。啊，另外在新农二段220巷65弄那边有一个叫做麦田山庄，麦田山庄旁边有设一个牌楼。哦，那我觉得他们台北市的经费真的很多。他那边为什么？他搞一个吕洞宾哦，配一个宝剑，还有竹子，哎，对。因为这次来不及把每一个登山口都跟你讲哦，哦，做很漂亮，用那个有些用铁的，然后有些用石头，蛮漂亮。可是很可惜，他那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我们讲一个装饰哈，前面竟然画摩托车格。啊、哦，实在是没有头脑，啊，真的是好可惜，对呀、啊，所以就变成不漂亮了、哦、不过这个也是很多人走这一条哈、哦，那当然最漂亮还是我们刚讲这个哈，360巷25号。那、啊、另外再往前面的300巷175号，它这边也有一个步道，啊、哦，可以上去。那我们刚刚讲麦田这边有从那个。从另外从新农路到24巷，就从那个中科技大学后面有一条可以相接，但是还是我讲的，那个走的路线不长，我就把它当作一条。所以总共在我们集美地区就1、2、3、4、5、6、7条。那这七条呢，我们地图看一下，哎，往这边先讲一下，这个牌楼呢，就是这个民国77年吴伯雄，哦，那时候当内政部长吴伯雄跟徐炳南，吴伯雄去提先基岩这三个字。徐炳南是提这个，我刚讲，做的不是很好的诗句，啊，他们两个啊联手去做这个牌楼。徐炳南是谁？吴伯雄你都认识嘛，就不用讲。徐炳南是谁？徐炳南是我们集美地区啊，当官当到最高的一个人物了啊。他早期是那个我们集美镇镇民代表的主席哈、啊。那后来就选。台北县议员，那台北市跟台北县在民国57年合并以后呢，那就变成台北市议员，啊，因为我们集美镇变成集美区嘛，啊，就变成集美那个台北市议员。台北市议员在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就把他提拔，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李登辉不久就有当总统，刚当市长，后来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提拔徐炳南为监察委员，所以再次我们集美地区。等于是当官当到最高，如果监察委员他也是一种官职的话，因为他监察委员理论上他应该差不多跟部长同级的，啊，如果以位阶的角度来看，所以他是我们集美地区当官当最高的，所以呢，集美大大小小的庙宇都是他提的。许氏宗祠就不用讲了，许氏宗祠因为他姓许，他提是应该的，不管哪一个庙，只要有新建庙，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是他的名字。万青年清水祖师庙他的名字，啊，这个牌楼是他的名字，先基爷庙也有，先基爷里面的胡安光也有，不是只有他，等一下我们还有比他官阶还高的人，啊，他也把他进来，啊，所以这个牌楼是民国77年，他这个徐炳南，找吴伯雄，因为他一定会找一个他的长官一起来，啊，所以就还蛮有趣的，啊，来品尝做这个牌楼，这个是243巷口，啊，是个经典的牌楼。好，那我们这个登山口，我们看一下我们集美地区这边，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加油站这里，就207巷，然后这个刚刚就是木造路那个两个合在一起的这一条路上来了，啊，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还有这个243，这个263巷汇合在一起，哎，走上来了，好，这个就是，153巷这里，还有这个就是锦兴国小那一条，这个是麦田山庄那一条，那麦田山庄那一条呢？麦田山庄那一条，就会，有一旁边有一个合在一起。啊、另外这个地方就304巷这一条。啊，那我们看到的所做步道就是这一条，劳保局仓库旁边这一条。啊，那另外这个是属于集美地区，就是有1、2、3、4、5、6、7条。那七条我们看木栅那个区域，翻过去那边就是木栅区。木栅区里面我们可以从石新大学旁边木栅路一段25号，这边有一条。还有另外在前面一点。在鲤鱼山那个要进入到考试院前面还没有到那边的时候，木栅路一段9巷35号有一个早安绿庄，这个社区那边有一条，还有四院路154巷
三栋顶的，这就是旁边有一条，二栋七号有一条，然后钩子口这边有一条。那钩子口这边这一条呢，这边这一条就是从那个富山路进去，富山路进去哈、哦，那边就会有跟那个发现之旅那个社区这个整个接在一起嘛。那我们看这个地图比较好，这个就是钩子口这一条，啊，从富山路这边进去，好、哦，那另外就是考试院，啊、哦，这边有一条，这边有一条，那就是世新大学这一条，好、哦。它走完绿洲这一条，好，所以这边就变成有一二三四五条，好，木栅这个地方就有，所以总共七加五十二条，所以先机眼它是各个地方都可以容易上去哈，所以变成是这个附近很重要的一个休闲的场域的哈，啊，这个就是登步道，好，好，那哎，怎么又跑到这边来？那接下来我们看仙鸡眼它有什么特别，它是神仙传说的宝地。其实哈，我们常讲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对不对？台湾山有一个神仙传说的不多，台北市有没有说哪一座山有神仙的？没有啊，只有啊，这个所以它是神仙传说的宝地，这个很特别。然后第二个，它周边庙宇非常密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它登山登顶视野非常的开阔，啊，因为开阔，所以它是重要的测量的地点。好，再来，它是生态丰富有趣，啊，它绝对的种类非常多，那里面也有很多生态。好，它地质的户外教室，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刚好是湿地层、南港层，还有那个大寮层的，都可以看到这些地质。那这我讲这些什么南港城、大寮城，这个就是五地城。五地城距离现在都是，几百万年以前的那种古老的地层。那这个地层它是透过这个海进海退不断的堆积，海进它就堆积，海退又堆积。那海退以后呢，这个部分呢，它就会变成有一些植物会生长。那可能海进的时候又把它淹盖，那这些植物生长在里面呢，就会变成煤矿。所以煤矿就是在海进的时候、海退的时候所堆积的这个岩石哦。所以我们这边南港城就是海进的时候没有煤矿，海退的时候就是湿地层，所以湿地层就有煤矿，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附近就有很多煤矿，是因为地质上的关系哈。所以它是地质户外教室，然后入口步道通道，刚讲有十二个嘛。附近学校很多，那到底附近学校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圈就是靠近山边的，不用过马路的，直接在山边的就有七所学校：景星国小、中国科技大学，现在海巡署以前叫做国防管理学院，以前叫做陆军成立学校，啊，这个也是。好，那另外就是有一个。国军第一育幼院，因为以前军人很多，就训子以后，小孩子就会有些育幼院来安置他们。在新中小学、永建国小、世新大学，这些都是在山边的学校。好，那各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很多学校不是跟着从中国大陆来台湾吗？这些学校大部分都在山里面。政大在山里面，东吴大学在山里面，东华大学在山里面，世新在山里面，东吴大学在山里面，有没有注意到？金都在山里面，因为山的地比较便宜啊，对，所以他们就是变成用山坡地，就啊，那边人住嘛，比较简单，就去开学校。哦，所以很多学校都在山里面，这个很有趣嘛，这个是我无意中发现，哎，中国科技大学在山里面，都在山边，比较不值钱的地的哈。好，所以世新大学是在山里面。好，这些第一圈的学校就有这些七所，那第二圈呢，更多是十所。过了一个马路，我就发现景美国小、景美国中、景星国中，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哈。进新中小学、新德国小、新中国小、新华国小、万方中学、警察专科学校、中山国小，第二组就有十个学校。所以你看，先机眼南边六个里，学校密集到有17所。这个很高，这个密度非常高，这么狭，这个狭小的范围就有这么多学校，
其实我们文山区什么没有多了，就两个东西多，学校多，公园多。文山区公园真的很多。那因为它很多坡地，坡地没有开发就变成公园，木栅公园也是，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们那个仙岩公园什么都是啊。哎，它的重要性，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就是都会休闲空间，都会休闲空间啊。假日没事干就爬仙鸡岩啊，所以我刚好我家住在仙鸡岩附近，我们离登山口就很快啊，大概走五分钟就可以直接上仙鸡岩，那很多。很多就会坐捷运来，很容易哦。所以都会里面能够这么快接近山的，哦，这个很难得啊。所以他们国外老外很喜欢台湾，是说哇，台湾实在太好了。心情不好，车子一开，半个小时爬山，一个小时到海边去，对不对？要看山看了，马上可以看得到。哦，他们觉得这个太难得了，对不对？有些根本一辈子要到海边去很难，他专门坐飞机才可以到海边去。对，我们随便坐个车就不知道了，啊，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形啊。然后自然生态的教材啊，它里面就这个地方，西宁鸡坡所在，因为它有太多庙了啊，这个肯定要讲的重点，这两重要的地形啊，这个一定要跟你说的。好，首先我们讲它那个重要的测量据点，仙鸡岩上面有一个二等测量点。二等三角点啊，就是这个，我把它放下去这一块。台湾大多数的这个三角点呢，都是在日本政府来台湾1895年来这边的时候，从1900年到1904年这段时间，就成立一个总督府临时土地调查局，来调查台湾所有的调查，然后用这些三角点，用精确的测量画出台湾岛。所以台湾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地籍资料都从那时候建立，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那你如果看到清朝的地图，哇，那个实在是落差太大了，随便画一画这样，那个位置啊，就几个地名而已啊。所以你看这个西方跟这个东方啊，这个科学的进步真的差距蛮大的啊。所以日治时期那时候刚好明治维新嘛，我记得多。那个西方的一些技术啊，就开始有这些测量的东西，所以这边就立了一个二等三角点啊。那二等三角点这个是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一下，三角点它是用来绘制地形地图的重要的测量的一个基准。我们可以分成一等的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就是说你站在上面可以看到45公里以外的范围，哦，这个就很远了，啊，45公里。好，那全台北，我们台北盆地周遭呢？只有四个一等三角点，七星山一个，南岗山的土库月一个，南边新店的狮头山一个，还有那个树林莺歌那个地方一个，那个地方叫什么？大洞。对，大洞山。哎，这个谁那么厉害？大洞山啊，对，大洞山一个啊，就这几个。一等三角点，所以盆地的最高点啊，可以看比较远的地方。好，那再来就二等三角点，二等三角点我们站在上面可以看到8公里的视野。台北市不多，就有两个，一个在圆山，一个就在老街顶山，哎，就是两个。所以很多人要找这种二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都要上那个深山林内，啊，这个翻山越岭才可以找到三角点。我们一走路不小心就看到了。所以你不会觉得特别，可是对登山友来讲，他们就是登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跟三角点合影，然后表示我来过，因为三角点就是那个山的最高点的地方。那我们又不小心就看到了，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哈。可是一般来讲，你要找到二等三角点啊，搞不好你要爬山爬一个小时，你要经过很多那种开路的才有可能到的，这个太容易到了。有六七神啊，哈，进庙七神，在你家的庙你通常不拜，你通常都会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拜。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妈祖庙，你不到旁边的妈祖，你要到大甲镇南宫去拜那个妈祖。哎，赶上妈祖还要比较远啊，你会这样想，有六七神，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庙啊，很多是外来的香客啊，本地人大家都不拜。这个人的心理啊，是这样，蛮好。所以二等三角点是三角网边长8公里，
那三等三角点是四公里，另外有个图根点，我们有设叫做四等三角点，它三角往边两公里，好，所以它就是变成是小三圈，然后可以测比较近距离的测量，啊，这个是比较远的测量，好，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刚讲1898年成立这个宇治飘摇机以后，从1900到1904年完成全台湾的三角测量，所以那时候会是466个台湾岛，所以大部分的三角点都是那时候设立的。所以其实日本那时候来台湾还真的蛮有心的啦，哦，那些设立这么多三角点，那三角点很难上去呢，哦，有些要翻山越岭才可以到，还要那个石头还要搬上去，那个石头都是用很好的石头，哦，花岗岩那种，因为不能说哎弄久了以后哎就风化了找不到了，哦，所以很好的石头。那台北是容易亲近的，就是剑山山、圆山那边的剑山山跟我们新美山。好了，那巨诺山这边就有一个图根点，这个就是我们打两公里的视野。那这个图根点在哪里？注意哦，你从29度向上去以后啊，注意看到这里两个石头椅子就注意了，就在旁边，不小心就错过了，因为你走路哇，风景很漂亮，看一看就走过去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边有两个石椅，就看得到这边，哦，特别好让你看一下图根点，哦，图根点啊，哦，好，再来，现在地图都画好了。三角点没有用，对，没有用的嘛，这里不再画地图了，啊，就没有用，没有用。我们这个极美的这个三角点，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从卫星控制点做卫星定位。刚好科技发达以后啊，有新的用途。哎，那我们这个三角点就变成是一等的卫星控制点。所以当初他在做卫星控制点的时候呢，还有用这个反光板，是吧？让他那个目标。哦，更能够有精准的掌握，哦，所以我那时候刚好经过，哎，刚好看到架这个反光板，哦，还蛮有趣的，哦，就把它拿下来这一张，哦，对，这个三角点，把它涂白了，你看，涂白了，目标比较明显，这个是破坏古迹啊，因为它超过100年啊，是古迹啊，对不对？破坏古迹，那有它的用途了，哦，所以是，那这个卫星控制点是干嘛的？我们看一下。1982年，内政部建立这个完整的高精度的卫星控制点，那就是把以前的传统三角点跟中央研究院的卫星点整个考量以后呢，哦，就有一些网状分布跟这个点位的雄性。那在全国设了8个卫星追踪站，这个是最高等级的，哦，8个全啊，哦，全国啊，包括金门、马祖啊，这些。包括福建省，全国，台湾省、福建省，然后我们两个省，全国设了8个最终站。再来就是一等卫星控制点，一等卫星控制点105个，然后二等卫星控制点621个。我们集美山就是一等卫星控制点，这个时候呢，七星山也是一等卫星控制点，所以集美山已经等级跟七星山一样重要，对不对？我们本来跟剑潭山一样，七星山还是一等。三角点我们是二等的，哎，摇身一变，哎，我跟七星山一样都是一等卫星控制点，看它有多重要，对，这个重要性大幅提高。好，好，前面啰里啰嗦就是概说，我那时候看到他概说呢，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啊，啊，大家回去啊活动一下好了，我们休息个，8点25回来。因为以前都是在假日嘛，哦，那个影响很大啊。就是我想说用礼拜走读，就是初阶的啊，也许应该有4学期到5学期的时间。啊，如果各位想要参与有写一点东西，那下学期我们的这个探讨的路线在木栅，就聊路线，然后会比较深入去聊。那因为参与的人都不多了，所以其实参与的人可以收获很大。如果有兴趣的人，那没兴趣就没办法，有兴趣的上面都觉得收获很大，跟一般我们蜻蜓点水的公司不大一样。好，那接下来我再谈一下仙鸡眼的旧八景。那仙鸡眼过去哈，那吸引人家来这边观光，哦，来这个仙鸡眼庙参拜，就有想到一个旧八景。那第一景就是长寿亭，从牌楼进去。先爬78阶，训练一下。这十阶而上，长命百寿。
爬楼梯很无聊，对不对？他来一个这个叫第一节的长寿梯，最厉害了哈！长寿梯就是先接的第一节。好，那从这个第二节呢，就是你爬了阶梯之后呢，转个弯还是爬梯？那还是爬梯，就是它的第二节，这边是不一样，叫升仙坡。啊，你要升到仙境去的坡度，好坡道。这个坡道呢，如临仙境，神化升仙。好，我们快要变成神仙了。所以这是第二段的，第二段有100阶的这个登仙坡。登仙坡之后呢，来苦尽甘来，就开始步入凌云路。这个凌云路呢，就是整个这个龙印密布啊，超脱脱层。哦，这一段是，这样形容的很好的。哎，对。然后这段是仙界走起来很舒服，因为它坡度非常的平缓，很少阶梯。好，那两边就灵荫，哇，漂亮！所以这一段叫凌云路，跟腾云驾雾一样啊。好，所以这一段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你看，你一定要经过那个178阶，才有这个成果了啊！要不然就去公园走，别公园啊，这个灵荫密布，超脱过程。好，第四景啊，这个还是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景太漂亮了，所以多拍两张照片给各位看。那其实它这个有这个阶梯也很缓。很晚了，所以走起来很舒服啊。然后转变自由这个水泥的屋顶啊，舒服那个风景而起，所以这个林绿密布了哈。所以绿意盎然，赏心悦目，很舒服。再来第四景是明远台，明远台就可以登高望远啊。所以你在高的地方，这本来是旧的明远台在这边，但是因为树长大了，就看不到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明远台变成往上移到那个仙迹岩的脚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视野最好，所以我用一个框景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林口台立之后的观音山，观音山是淡水的出口，再来看清水山，哦，就切过去，所以登高远眺，尽览美景，这明远台。好，再来逍遥岭，哦，这个好喝耶，第五景逍遥岭。然后登顶四顾，顾我两望，啊，就是爬一个小阶梯，在两点之内可以睡午觉，好，所以很逍遥了，啊，所以这个逍遥岭登顶四顾，顾我两望，有第五景，第六啊，这个第五景啊，旁边就会有人写，破晓登山好时光，惊骇真见气真和，世人欲得长生术，仙机岩前日日过。一来背诵的这个，身体就会健康。哦，所以从正线不能转个弯，上面就是一个逍遥岭。好，再来第五个御风亭，御风亭叫慈善亭啊，就是遮阳避雨，小憩畅叙。哦，走到一半，刚好登仙坡，然后这个凌云路上来，要中间休息一下。哦，在这个凉亭休息一下，这个凉亭真的是恰到好处，因为刚好在中间休息。非常好。那我刚刚讲那个仙气飞遥游何止境，哎，机痕常在引人来，就是这个啊，这个慈善亭的对，对，遮阳避雨，小心上去。好，再来第七点，根抱石哈，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榕树或者是大叶雀榕或者倒榕，它这个气根呢，把这个石头抱住，抱住，啊，这个是。根抱巨石，全人不醉哦，把它抱起来。那最早的根抱石在这边，但是这边有点不像，所以就新的根抱石在这边。好，根抱巨石，全人不醒。好，再来第八景，当然就是个脚印了。这个脚印，好，有没有跟我的手掌一样大的这个样子？仙人足迹，传为美塔，就是仙迹岩这一块石头。好，这个就是仙迹岩的八景。所以旧八景从长寿梯。登仙坡、凌云路，到这个逍遥岭，到明远台，然后御风亭，跟抱石，到这个仙迹岩，就是这八景。那这个旧八景啊，当然都还是在的哈。但是现在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大地工程处呢，搞了一个新八景，仙迹岩的新八景。什么是仙迹岩的新八景？就是。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八仙，好奇怪，因为有吕洞宾呢，他就搞个八仙来增加趣味性，好，那就在仙迹岩里面呢，
就开始用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哎，很有趣，就是说富，富是吕洞宾，啊，这个洞宾中有瓜，先机眼那个岩石就是吕洞宾，那代表富，代表富，那为什么代表富？因为这个地方景观很漂亮，你会觉得拥有全世界，所以非常的富有，所以名字为富。这个是吕洞宾代表富，而贵曹国舅跟鲍石代表贵，为什么曹国舅代表贵呢？因为曹国就是那个妃子的兄弟，所以叫国舅。国舅非常的尊贵，好，跟鲍石也是非常的尊贵。我点讲话的话，所以这个叫做贵贫，贫本来是贫穷的贫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讲是用平安的平啊来当作是替代檀香子啊，那这个平就是在跳井里，他就可以看到一零零大楼，看到一零零大楼，看到一零零大楼这个，哎，对不起，看到一零零大楼这个跳井里呢，跳井里就是安平乐道，好，啊，安平乐道就会看到美景啊，所以这个是平安的平，就是檀香子来代代替健，健是可能是这个是健的健。现在用健康的进来替代，你铁管，那所有的自然步道，你们现在做的那个自然步道，就是健康的健啊，能够长长正正就会健康。你铁管啊，铁管这个代表。再来男女老少啊，这个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就是我们人间的生态，就是吧？人的这种百态，人生百态就是分成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啊，当然现在也有男女都是。所以古代没有，古代不是没有，哎，不敢讲，那个不是那个什么，凯撒大帝，同性恋，不敢讲而已啊。好，男汉中女，好，就是用名牌，何仙姑，红花脸，老张国老有一个乐活区，少是男彩，这个和写错了，我是那个和平的和平的和啊，玉凤台。好，那要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何仙姑刚好跟我同姓，我叫何文显啊，这是我们的祖先祖先的何仙姑。那个桐花岭最近桐花开开了，桐花开开了，带一壶茶到这个桐花岭，让桐花飘落下来，在桐花树下喝茶，哎，意境很高的哎，刚好在那个三角点旁边。顺便赏望一下三角点，哦，这个长得特别最近，这个应该是最近的啊，桐花迎风而下，啊，那看能不能用茶杯接一下，顺便喝一下。啊，这个是，啊，这个八景里面蛮有意思，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大地工程师就用八仙啊，八仙过海，这个八仙用富贵贫贱男女老少，然后有一些景点那种，可以有点画蛇添足吧，我反正无聊嘛，所以这个就是新八景啊，那就让你去探讨。哎，我就没有拍照片了，让你去里面。哎，无意中发现，好，那注意看，先进那边有吕洞宾，然后跟鲍石、曹国舅，然后跳井岭那边韩非子啊，然后自然坡道有贴，还都有贴出一些标志。唯一的不见的地方就是乐活区的张国老，那个牌不见了。那这个讲到那个乐活区，真的是多灾多难，因为他当初乐活区弄一个。高高的一个平台，它本来吊一些风铃，想说这个风吹了，对不对？帮你听听，很有趣，对不对？然后在那边打坐，帮你去，结果弄了没几天，风铃就被干走了，就不见了，哎，风铃就没有了，结果连张国老的牌子也不见了，真是哈，所以那个地方是多灾多难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平台。可能大无聊，啊，平常都山路嘛，山路就不好搞，那个平台比较好搞啊，所以这个，额外提到。好，接下来我们谈到先进的民间信仰，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首先呢，我们刚刚讲学校很多，对不对？里面的庙也很多，庙有多少？最高的是先进的庙，310紫方宫、福安宫，还有武陵义公庙，在三角有石门宫、戴天宫、真修寺。在三边的奇妙基金宫、新安宫，还有新义梅宫的福德跟郭子口的福德宫，这样总共有几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刚好跟登山入口一样多。哦，哎，这个有趣了哈、哦。登山入口十二条，庙十二间，好、哦，这个有趣了。好、哦，夫妇在最高点三幺三角跟上边，好、哦，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先基爷庙，你看我刚刚讲那个岩石插国旗，没有骗你的哈。哦、你看我照相的时候还有国旗，这个已经是历史照片了，那个国旗已经不见了。连那个旗杆都不见了，这个就变成历史照片。我故意把它弄成黑板的样子，就变成很有历史照片。好，这个就先基岩，岩石在这边，先基岩庙在这里。好，那它是在山的最高点。好，那这边就有凉亭，那你要从这个凉亭这样翻过来，然后爬上来，是不是看到这个桥面的地方？那最早的时候，那这个先基岩庙现在是有那个采光罩遮起来，看起来不漂亮啊，都被遮住，那边有石柱堡。好，那我们看一下先基岩庙，它就是先基岩那个石头，啊，先基岩上边的大石头下面，那上面主神就是李洞宾。那本来呢，大家是拜那个石头上面那个主基，有香炉在拜，然后插香这样，啊，把它当神仙拜。后来呢，民国三十五年地方就发起了建庙。那你知道说那个庙很不容易，因为在山顶上。你那些建材都要从这家扛上来，所以相当不容易。那盖了五年，四十年落成，四十年落成盖了五年，所以三十五年在筹建，四十年才有成。这个简单讲庙子的哈，那它的特色是地方士绅共同发起，因为如果没有地方集众之力，不可能让你这个先机，一个人不可能。那它有民国四十年落成的时候，吴三年那时候是台北市长，吴三年。有正的变化，可见这个庙多么重要。那第三个、第二个，余秀镇曾经在这边有他的墨迹，那居高临下，视野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就是先基岩庙。那我只能够简单这样讲一下，因为太多庙了，其实先基岩庙可以讲很久。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四十三年余秀镇的墨迹，先基岩，那也是看到这个人啊，徐炳南。去面南，这个人一定要记得啊，就是面南。然后这个就是他来参讲啊，请余右任赠一个墨迹挂在先基岩庙里面。好，那有一个神光普照，这个是民国四十年，谁？吴三连，有没有？吴三连，台北市长，那里赠的这个神光普照，这个就放在那个庙的。那个庙二楼的重镇中间，好，吴三连，这个放在旁边，好，那徐炳南可能来不及参与四十年的落成，还是送了一个四十三年余右任，余右任写的书法大家都一样哈，这就挂在上面，这两个很重要。好，再来，你看哦，先基岩庙早期盖好，没有弄那个采光罩的时候，这么漂亮，你看你这个爬梯上，哇，这个平台，对不对？视野非常好。想想看，如果这样的场景，现在开始在卖个咖啡，弄那个阳伞，看着那个字，对，上面没起，是多么好的一个享受。那现在采光罩遮起来，就看不到这个庙貌。那个喜的话，不然这个其实真的蛮漂亮的，蛮漂亮的，遮起来都看不见。现在很多庙就是为了方便啊，都用采光罩，然后把上面很漂亮的那个上面的结果都挡住，这样很可惜。第二个紫饭宫，那紫饭宫就是从我们那个两百四十巷登山口啊，会经过的一个庙。那这个紫饭宫呢，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在两百四十巷的山腰供奉妈祖。那为什么叫紫饭宫？因为它民国五十二年从中南部迁居的移民来筹建，那是从云麦寮的拱饭宫分享的啦。那这个拱饭宫哈，它是用紫。放工都有协同的渊源，这是麦寮分乡的，那是景美第一座妈祖庙，因为我们文山地区啊，早期都是拜什么？拜宝珠嘛，清水祖师、李洞宾，就拜这三个神明。妈祖，他是靠山不靠海，妈祖跟他有关系，捕鱼的妈祖跟他会有关系，因为他是安海神啊，安海神，所以捕鱼的。海边特别多妈祖庙，但是现在妈祖的已经无所不能了，所以它是
有求必应，一旦杂症都可以求猫，能心安就平安，所以都可以。好，所以那我们中南部很多到台北来发展啊，这新兵哦，一尊暖万八，清水只是万八，一栋病没看过，那边啊，要不然我们就从家乡，对不对？分香港就盖了一个妈祖庙，哦，所以民国就是这样的，从麦寮搬过来。那麦寮这个是几古迹啊？这些古迹是台湾很早的一个妈祖庙，好，所以这个是台新北地区第一间妈祖庙，不是啊？在民国七十几年那时候，刚好两岸开始交流以后，每个人都要把他庙的位阶提高，所以直接供到梅州去，就不再回去麦寮进香了，直接供到妈祖的原乡梅州进香。哎，那我是妈祖直接分香的，把他自己的位阶提高。但是我跟你讲啊，其实如果说真的啦，我没有神明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真的有神明，我跟你讲，都在台湾。为什么？因为中国那个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个神像啪啪，那些庙全都不见了，不是神明还会留在那里吗？跑到台湾来的啦，所以真神明在台湾。真的。对。没有道理。所以其实不用到麻烦。可是中国很厉害，他统战对不对？投其所好。所以你们喜欢妈祖进香，我就在湄洲岛，哇、哦，搞得。哦，非常的这个呼吁传统的庙。好，再来，我们连着我们集庙，等一下再讲到再讲啊、哦。这只放风第二个，很有道理吧？这个我想过的东西啊，这个不是乱讲的，所以根本不用回去大陆找圣神，圣神不在台湾。如果有，没有就不知道啊、哦，那个是没办法讲。如果有，一定在台湾。哦，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实在太恐怖了。好。所以紫幡宫注意哦，它是要上午才开放，可能过了十一点半就进不去了，哦，因为他要回去煮饭，吃饭去休息睡午觉，所以他只有早上开放而已。所以有时候要去拜访紫幡宫还真的不容易，因为每次我们从二本门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四十往回开，所以有时候介绍不到。所以紫幡宫它是拜妈祖，拜妈祖，所以记得上午，特别十一点以前哦去。才会让你啊拜得到妈祖哦。那你如果从前面一点的，我们讲龙龙湾，这个榕树很多，整排都榕树，龙龙湾回头望，哎，这个妈祖庙就在这边哦，是蛮哦蛮好看的一处景观啊。好，第三个福安宫，这个福安宫也是在我们县级也靠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的那边的一个土地公庙。那这个土地公庙呢，它就在这边，它这边有一个金炉啊，那这个金炉很大，对不对？也是它的特色了哈。好。那福安宫是在怀仁隧道上面，刚好在怀仁隧道的上面，那是拜土地公，那是清末陈氏渡海来台的护身来台带来的神明。那本来是在那边建立一个小庙供奉，但是因为深山人口多，香火非常鼎盛，所以84年的重建。重建的时候呢，那时候请到监察院的院长黄尊秋正匾的，哇，在景美山上那个小庙，竟然有监察院长黄尊秋送匾的，哇，这个非常的特别。好，那另外一个特点，它的金子土尊庙都是红高，表示香火非常的鼎盛，求金求银，所以金钱爱比较大，所以他那时候可能香火真的很好。哎，那为什么是黄尊秋送匾的？记得刚刚我还提到那上面那个人是谁？群主啊，监察委员，这个庙刚好84年落成，他当监察委员，请院长。正的匾过来，所以这个就黄尊秋的这个正匾福安宫这个小庙。那福安宫你看它的庙拜土很大，但是那个里面的那个神龛这个正殿很小啊，主要就是要给那个登山客啊，有个地方可以休息的啊。那休息顺便拜一拜天天香火啊，那像庙啊就会这个兴盛啊。那福安宫看到这个黄尊秋。啊，黄春秋啊，对不对？啊，黄春秋秋啊，那这个是徐炳南，徐炳南，对，是我们徐炳南跟我们这些庙的这个永远同在。好，第四个叫做竹林义英公庙，这个竹林义英公庙本来叫做竹林公庙，
哦，所以我是这几天才把它更新的哈、哦，因为我们上次去踏查的时候发现叫做竹林义应公庙了，马上更新资料。然后这个竹林义应公庙呢，来看一下，它被锁在里面很可怜。你像现在人啊，都很怕什么？对，拿来求名牌，对不对？不准，不准死就杀掉。对，给你好看，对不对？所以他经不起这样子人类的摧残，所以只好啊，用这个铁门保护起来。啊，生命好可怜哦。对，这是31年重，搞不好有这生命就遭殃了。好，落难神明哈，竹林公。那为什么叫竹林立英公庙呢？好，它有217像，景新路上去那个牌楼三幺给我看到，它现在有竹林公、地藏王菩萨跟立英公。那竹林公最早叫竹林公庙，因为在那个地方啊，刚刚有三重的竹林，然后呢有那个水果有白果，然后呢他们经过的人都看到有一个穿着唐装的老人，一个长头发，扑影扑现，然后大家就哇拜，然后就求他，听说有求必应，哇这个厉害了，就赶快建庙。就把他叫做竹林公，因为不知道是谁，只好叫他竹林公。他指点迷津，所以建庙就供奉。我最早是这样的啊，就是竹林公庙的来源，是因为那边有竹子，然后有人看，经常很多人看到，不是一个人啊，看到有一个着长装的老人，然后有一堆骨灰在那里，所以就安葬。好，那这个建庙呢，是民国63年重盖的，现在这个庙，68年还有一个碑文。啊，那个捐款的善心人士的一个方便路，那去年开始呢，我们在对面的国术路对面的那个玉英街，那有一个叫义民庙，那义民庙呢，就把它迁到这边来，它重新再申请。好，那这个义民庙呢，它叫做义民庙，可是它的义民跟客家的义民不大一样，它的义民是怎么的？它的义民是在。这个是日本政府来台湾的时候，那据说了他们讲的，有一些那个跟日本政府对抗，那对抗以后呢，就被立交这边竹林旁边，然后河边无路可逃呢，这些人就被抓了，就就地正法，都死掉以后呢，就死死的在那边，没人敢去动他，因为怕日本人会发动战争，所以没人敢去认识，就躲在那里。后来终于有一个人。像之后那个红安马船，红木船，可能眼睛很大很红，安马船，他是在那个我设在当苦工的班长，他就是把他们埋掉，他埋掉以后呢，你知道那个就会心不安了、哦、所以就立了一个碑啊、哦、来祭祀，后来呢，大家就建立一个庙来供奉啊、哦，那他的骨灰坛就在那个庙的里面了、哦，然后就是叫做义民庙，那义民庙，那这个义所义民就是说他是跟日本抗争的这些人啊，所以把他当作是一个英雄来供奉啊。所以曾经台北市的那个客委会啊，也把这个义民庙当作是台北市客家人的义民庙，搞错了，真的搞错了。这个义民非义民啊，不一样。不过反正义民庙他很高兴，因为台北市的义民庙没几间啊。啊，终于有一间呢，高兴，就把它列入台北5家义民庙其中之一项。结果没想到那个地建商要盖房子，所以我说房地产乱涨很麻烦，乱涨就很多地都被要回去。现在很多庙啊，都是他们祖先呢、啊，可能他们，以前那个几代前的那个祖先捐给庙，那时候的口头讲啊，这个就是给你盖庙，就盖了，那也没有什么那个土地移转都没有。结果后来子孙现在看土地涨了没起来，对不对？就开始搞那个庙清账。现在都这样，保安宫也是被告的。保安宫台北那个大龙洞的保安宫，那个地也是人家捐的，然后没有地，没有那个没有过户的。后来他们不知道怎么翻到一些当初捐款的那个捐赠的那个证明，才打赢这个官司。所以很多庙那个土地现在都被赔光。因为有的土地涨很麻烦，他们连这个破庙、义民庙都要，躲在里面的地都要。好，那要没办法，他就只有迁，就迁到哎，刚好他是认为他是有印功啊，竹林公也是有印功啊，然后中间刚好有供奉有一个尼姑，
请了一个地藏王菩萨供奉在中间，那刚刚好，地藏王菩萨是管那个阴间的嘛，对不对？他怎么样？地藏王菩萨是什么？什么不成佛，对吧？所以我们的下地狱他就不成佛了，他就永远在那里。然后这些有印功刚好跟地藏王菩萨有关系，他们管的嘛，所以呢刚好中间是地藏王菩萨，然后左右两边一个是普印功，一个是地狱功，都在一起。好，那这个是低美地区五祖有印功的佛事，这个很巧，所以叫竹林地狱功庙。好，这个是新的，本来叫竹林功庙。好，这个竹林功，这个各位，那这个竹林功呢，好，这个都被破坏。那本来竹林功有头发，就听说他的头发不是胡须，可以去当药的，会发光，发光变成秃头，不一样。当药的，表示还蛮有那种灵验的啦哈，不然把他回去干嘛？把他去当药。那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福杯，那个竹林杯啊，这个竹林捐款的帮你的一个杯子啊。表示还有一定的规模啊，要不然还有个碑在这边，这个碑也要钱的，不是不用钱的，所以当初信众很多啊。那本来这个竹林公庙呢，你看这边很多土地公啊，是。那其实这个竹林公跟我们刚刚看那个紫光公一样，它是很多神明的聚集场所。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以前那个就是那个透天座，我们有神桌，然后有祖先都放在一边嘛，公那个客厅那边。结果翻建以后，或者住公寓，这个地方不知道放哪里了，那只有把亲人请到这边来，请到这边来，他一般都会有一个捐献的一个金额，就有人帮你办，要不然你就神明不敢乱丢啊，乱丢你会怕他处罚你。可是我曾经在那个实地那个乌土西啊，那边有步道。沿着河边的步道，什么淡南古道，走，在桥边，还真的看到一个神明在桥上，好可怜，我又不敢捡回去，对啊，不能乱捡，捡回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又不能把它当古董收藏起来，所以只有让它继续在那边落烂。那个如果不是家里没地方放，就是不准，就很麻烦，所以这种靠运气的事情很麻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石门宫。那这个石门宫呢，我们修教在上面这一栋是原本迁过来的竹林宫。那最早的石林宫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围墙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许新泉那个的围墙，那个以前叫窄窄的，有没有？你看这个很窄，一个小路。那这个小路呢，它更有历史，它是以前在雍正年间啊，比柳公圳还早的水圳，叫做物理学圳。物理学圳从这边流过，那他家在这边。那当然后来马路拓宽，连这个庙都不在了。这个本来是一个大石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地名叫石门。那这个叫石门宫，因为在石门那个地方有一个庙，一个石门宫。那这个石门宫本来盖在一个大石头上面，那这个拜谁我再跟你讲。那后来呢，马路一些时间拓宽以后就搬到这个地方了。那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违建了，所以盖到一半就停在那里了，石门宫就不见了。那我曾经去里面有看过那个神明还在里面，神明还在里面，但是后来就被占据了。那石门宫，我们看到现在在世新加油站的上方，那是供奉盘古大帝。那为什么要供奉盘古大帝？因为我们开水圳都会拜盘古大帝，那以前这边就是开那个物理学圳，所以就供奉那个盘古大帝。就像我们柳公圳在开凿的时候，你在那个新店地铁那边有个开天宫，那个开天宫也是拜盘古大帝，就是他们搞工程的就会拜盘古帝了。那在1839年，道光19年就建庙，那本来就建在那个石头上面。那1982年木道路拓宽就拆除，他就搬到上面去违建，所以出碑完工，就出碑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做了。那本来石门宫是我们集美有顶阶跟下阶，那是顶阶他们的聚会场所，那他的门面呢，是我们清末最后一个群人高选峰，姓他们高氏家族，他们所写的这个对联啊，
可是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看不到。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所以没办法跟各位报告。好，那我们只会从这边看。你看这个石头这么大，对不对？然后庙就盖在这边。那你要上庙，还要经过这个楼梯，走走走走，好，才到这个石门口。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许仙泉那个堂子，怎么样？它就在这边。许仙泉那个巴洛克建筑，对不对？就是那个刚刚那个高楼，它这个拓宽，拓宽这个都不见，这个不见，它也被切掉一半，所以这个庙就整个不见在这里。那以前的庙就这么小啊，对，道光19年，是1839年，那时候盖的庙，知道？那时候，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恐怕不大会拆。为什么？你看那个石地，石地那边不是有一个庙，土地公庙在路的中间的吗？如果现在搞不好就会闪破。是，那时候不管了，民国71年，拿什么文化不文化了，对不对？建设最重要哦，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就不一样啊，对，很可惜。好，那这个就是本来的那个石门宫盘古地王，就是这个牌楼。那后来这个牌楼盘古地王石门宫不见了，这个牌楼就拿掉了。那现在你去看有一个新的牌楼，我还来不及把这个照片放上去，就是竹林义义宫庙。好，它变成本来有这个石门宫的，拆掉变成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大地工程处在这边有弄个县级的登山入口，啊，297巷的入口，结果他现在又架了一个不锈钢的竹林义义宫庙的牌楼，啊，你如果去看今天这个，我还来不及放进去，啊，来再来第六个戴天宫，哦，戴天宫盖得蛮雄伟，这个是第二层哦，它有两层，那戴天宫在哪里？戴天宫在里，你知道那个汉兴百货吗？以前的汉神百货。后来变成汉兴百货，汉兴百货也今年我一开我就知道它准备倒了，果然没多久就倒了。它倒了以后，它现在很厉害，一楼就用一骷髅进来，对不对？二楼就是日本那个宜家家具，是宜家吗？宜什么东西？宜得利家具，对。好，地下室呢？美食街就这样了，没有了。那个汉兴百货，汉神以前我怕它倒掉，上去。当然是倒掉以后呢，还有一个人不怕死，来搞一个汉兴百货。那为什么你不知道他会倒？你去看一看，不知道买什么。那你品牌好的就是那几个人家也不会来。那有一些就是你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你就不会想买。还好他现在终于有抓到一个定位，就是好像日系的。那刚好 Uniqlo 需要那么大的卖场，两层楼呢，前面是 Uniqlo 把它搞起来。那可能生意还不错啊，因为他离捷运站很近。那优衣库呢，开店有一个特点，全部在捷运站旁边，所以他有一个捷运的购物地图，他的点每个都在捷运站旁边的购物地图。好，那这个戴天宫就是那一栋的对面，那对面呢，你要从那个缝隙才看得到，因为它正面都是大楼啊，从那个缝隙看得到。它是先机岩的西侧三角形正旁边，也是妈祖庙。而他是民国70年从云林的仑背啊，奉天宫，顺香而来。你看奉天宫、戴天宫有没有？我们那个拱范宫、紫范宫啊，这有那个叫做什么？这个分香的这个渊源啊。那他是民国分香来以后，民国80年建商跟他换地，因为他本来在山下，那建商要开发嘛，就跟他协商，那协商就说按你到山坡上去好，那。山下让我来盖房子，那就换地就建商帮他盖庙，就交换这样。所以他是集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妈祖庙，他很大哦，就妈祖庙很大。他虽然有点在山上，但妈祖庙很大，而且他很特别。他二楼呢是集道教神奇于一身，什么神都有，你想得到的，吕洞宾、土地公啊。还有幻世音啊，都有，你想得到的都有啊。哎，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那个三观大帝啊，哎，玄天上都有哦。所以我说集道教神奇一宫，只有两个，只有一个神明没有，宝云尊龙没有，因为宝云尊龙就在前面而已。人家到宝云尊龙不会到那边去拜，哦，所以二楼呢就很多神明，慢慢的去的。那戴天宫哦，他们蛮厉害的。怎么又跳到这边了？这个怎么会把鼓啊？
过了。好，拜天公，你看，他们呢，每年都回去奉天宫进香，他回来绕境，绕境哦，你看他们，有这个女生哦，女生弄那个软轿，然后这四两回子，他们到那边哦，他们会走那个七星步，那女生抬那个轿，哇，还蛮好看的，蛮有特色的，女子软轿团，软轿队，好、哦，这个软，这个会比较软啊、哦，对，用那个纸做。然后抬起来，然后婀娜配合他的步伐，好不懂哇塞，非常美，非常美。所以他们每次都是一个瞩目的焦点，就是在我们清明绕境的时候，他们也会参加。那这个是他们刚好那个从南部进香回来，哦、在清明这边绕境，好、哦，这边绕境，好、哦，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绕境的一个配。好，再来是吉庙，那吉庙是我们文山地区庙里面唯一的古迹。唯一的古迹哈，那你看它这个上面的节点好漂亮，哦，这个是这个哈，这个福禄寿三仙，然后有些这些脊柱啊，还有这些很漂亮哈，它这个是一组鸡哈，各位有空可以去看看。那吉庙在夜市里面了哈，那他们现在计划把那个庙城打开了哈，打开就可以从景仁街捷运站一号出口出来以后就可以看得到了，就从那个85度 C 那边就可以。看它的上面是可以直接进去的，好、哦，那边就有一个广场。那如果在假日哈、哦，搞一些活动，人气就会聚集，就会有助于它的香火跟夜市的生意。所以我觉得应该非常不错。它是公共保育村了、哦，那保育村呢，我们叫它安公。那为什么叫安公？因为它是从恩公了、啊、哈，恩公转运来。为什么叫它恩公？文公为什么叫文公？文公变成恩公，为什么叫恩公？就是因为高张宇他们福建安溪移民，啊，他们最早从荷兰，然后就迁徙移民到福建，那随身就带着保育村老的箱子，然后一路平安抵达。那中间他们有集体感应到保育村的福建，集体感应到保育村的，所以叫做集运到福建建庙的集运。好，那康熙末年，他们又要移民到台湾来。那移民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全都带着保育村老的香火，渡过黑水沟，又平安到台湾了。哦，所以两次迁徙都平安，这种神明太厉害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虔诚。哦，所以高张也是跟他们一同供奉。后来在咸丰不是有？产生那个发生那个地下交兵嘛，本来漳泉县都是漳州人跟泉州人互干啊，争地盘，那顶下交兵是泉州人自己顶交跟下交的人干起来，同乡的人干起来，那干起来以后，他们就是意见不合，所以高张有些支持顶州的人，顶交有些支持下交的人，所以意见不合就分家就跟。他们就抽签，啊，抽一点研究了，研究就是抽签了啊，抽签决定这些宝物的归属。结果那个高家就抽到这个宝物尊王，他们就在吉庙盖这个吉庙。所以这个吉庙呢，它在1867年，最早在1861年在吉庙国家靠河边地方就盖了，因为靠水非常的淹水，所以在1867年就搬到这个地方来盖，然后增添经过3次大整修，这个庙大概经过50年。就要整修一次，那屋顶啊，一些木头啊，都会腐朽，那个彩绘也会剥落，所以都要整修。那姓张的人就抽到那个香火，就跑到木葬，就盖了一个木葬旗一样。姓林的人呢，就抽到保育村王的爱妾林氏夫人。姓林的人刚好抽到姓林的林氏夫人，怎么那么巧啊？然后就搬到万隆去，就在万隆盖了一个万隆旗一样。所以我们山区有3个旗一样。吉庙，那你如果不分集美吉庙、物造吉庙、万隆吉庙，你要去吉庙，你要去哪个吉庙？所以要分，所以他们就冠上集美吉庙、物造吉庙、万隆吉庙。那全台北市这座吉庙的总共有6个吉庙，都叫做吉庙。那我们这边吉美有3家，另外3家在北边。北边淡水2家叫做义山吉庙跟小李顶吉庙，北头有一家叫北头吉庙。好，这3家脱离不了跟高张宇这3个姓氏都有关系。好，这个是移民史，
很重要的移民史的文化，所以极美极妙是代表一种民主嘛，那是文章唯一的三星古迹，那它的格局、弹幕结构啊、石雕彩绘都非常非常漂亮啊，所以各位如果是对宝林寺呢不认识，可以认识一下。那你不认识当然没关系，但是它的庙宇非常的美丽啊，是一个艺术殿堂，好值得你去参观一下。就在那边而已，早一点来，因为你现在去那里关了，然后九点半关了。生命你要休息了，不是生命要休息，庙主要休息，生命不休息，庙主要休息。好，这个极美极妙，啊，极美极妙呢，每年农历十月十五号我就有一个绕境的哈，绕境啊，就是对，就是那，那个时候会有布袋戏，布袋戏，好，看到这个戏台上面有人布袋戏，农历十月十五号，但是这个都是录音的，嗯，放那个录音带，然后人在那边绕，没有亲自啊。用口怀现场有没有录音带放一下？成本压低嘛，这样才有竞争力嘛，对不对？你如果现场还好了，在那边口怀敲呢，应该多少钱啊？所以现在很难得看到歌仔戏，对不对？因为太贵了。现在歌仔戏就只有在那个宝生文化祭啊，霞海城隍文化祭才看得到，太贵了。布袋戏一个人来而已啊，对不对？然后又放录音带，一个人在那边嗡嗡，你也看不懂，你在看。动不动千块就可以搞定，歌仔戏要好几万了、啊，一场，里面的人至少都一二十个了，哎呀，那个就很贵，一个人算五千块，你要五万块，二十个十万块，一定要嘛，哎，你搞一天你就给他五千块嘛，那你便宜的艺术工作者嘛，对不对？那便宜。好，再来就静心宫，静心宫就是在我们讲那个集美下界最尾端那个地方，那本来的庙是这样，那后来就变成这样。哎，那本来是这个是在比较早的庙，那这个是后来新建的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跟各位报告一下？下界的接吻啊、哦，那是土地公庙。那1934年昭和九年盖的那个庙，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左边的庙，右边的是在2000年新建的。那本来我刚讲顶接在石门宫聚会，下界就在我们的静心宫聚会。那本来是集美最有历史的土地公庙，结果现在变成集美最新的土地公庙。然后他们拆这个庙呢，一往不胜，全部夷为平地。它里面呢，连这些建庙的历史都不行，这个完全没有历史观了、啊、哈。那这个是，那是为什么会这个庙会重建呢？因为你知道哈、哦，民国92年以前，92年有 SARS， 2003年很多建商都快倒掉，没人出去看房子啊，因为那房地产不景气。那这家公司叫圆山开发，我们集美在地的那时候公司，那可能快倒了，去求土地公，一定讲说，如果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一定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跟神明大部分都有对价关系，对，你到大甲去城南宫去保佑你能够考上什么，考上你一定会来还愿嘛，你一定讲说，我如果考上要怎么样，都有对价关系。好，那这个对价关系呢，它一定是那时候快倒了，然后。就来求土地公，哎，果然求完以后啊，房地产从1992年上市过后，哇，一路涨，哇，这个建设公司赚到钱，赚到钱当然要履行诺言嘛，就盖了一个新的庙，土地公，啊，但是少好歹留个一个瓦片，对不对？镶在墙上也好，或者把这个历史稍微记一下，都不行，就结个连山开发捐赠这样，实在很糟糕，不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土地公庙，它的香火比我们那个三级古迹还鼎盛。为什么？你知道谁去拜土地公吗？啊，商人，再来。啊，摊贩，摊贩，再来。那个房地产的，那个中介业的，啊，还有想发财的，因为土地公是偏财神，我们有文财神，有武财神，有偏财神。文财神比干嘛、啊、武财神赵公明嘛、啊、我们土地公是偏财神，所以他是财神没走啊，这样所有人都要拜了，对不对？所以都要拜，所以他香火很鼎盛啊，所以他每年啊，土地公生日2月2号，农历2月2号，他们都有举办绕境，那个绕境啊，你要很多阵头啊，一花可能都要上百万，他每次啊说要绕境啊，捐款一下就满了，就停止捐款，
还是捐款，跟扣子一样，跟扣子一样，这是捐款。哦，你看多少人那么踊跃啊！哦，这个是，而且哦，我们看那个土地公庙很少那种自己绕境，大部分都是你大庙绕境哈、哦。那土地公在前面当开路，因为地方是他管的嘛。所以呢，这个我们的那个境内，我们讲那个什么绕境，什么叫绕境？绕境就是在神明管辖的这个区域叫做境内，啊、哦，境内，所以叫绕境啊，绕这个神明管辖的区域，土地公要带队。所以霞海城隍庙。那个，那个叫什么？小海城隍庙那个叫做城隍爷，要出巡的时候就有土地公绕境。哦，我曾经过他们的祭典，包括他们去请土地公啊、五路、哦、中西南北中五跟财神，然后他们那个夜巡啊、绕境，我都有曾经去做过观察员。好，他们叫土地公带队。那我们集美集庙绕境，他土地公是带队，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神格，因为他神格本来就跟着里长的属性在一起。没想到、啊、这个静心宫啊，每年农历二月初单独绕境，哦，直接大拉拉的在集美绕境，而且他不但这样绕境啊，他旁边还有那个、啊，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七爷八爷的神像，他已经对七爷八爷是那个城隍爷的左右护法，他已经把自己变成城隍爷的王爷级的。所以我说这些庙啊，这些庙神明怎么表现，就看当主事人怎么样去界定它。哦，现在土地公很厉害，土地公原本都是那种小三尺的小庙，现在都比那个天上圣母还大。对，所以很多土地公庙旁边还会拜那个玉皇大帝啊。许天，我一个总统，一个里长，两个一起勤坐，我这个厉害哦，所以如果有点乱。没有谨守分际，哎，那你看到好，那你就看我们金美奇庙，金美奇庙屋檐上有两只八，两只那个乌爪龙，你去注意看它的爪子的几个，四只，为什么四只？因为宝云尊王他是王爷，他不是帝后，所以他的龙是四爪，所以他有谨守他的生命未接的分际。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很讲究，哦，这个变成厉害。哦，我是很蛮佩服他们的啦。可是他要这样搞，你也没办法。人家对，人家就是器重要捐款啊，对，人家有钱，人家怎么办？哦，啊、因为这几年房地产都很好，就那么些。那你知道他那个他们不是都有那个一个很刺绣很漂亮的头旗有没有？在队伍前面有一个旗，刺绣很漂亮。那个旗是谁送的吗？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上海生煎包？就是那一家送的，那一家赚很多钱送的，给你一百一家哦，老板行意如何？我跟你说，那个也蛮贵的，哦，那个上海生煎包送的，他的后场就有上海生煎包。好，然后所以这个，啊，顶尖在石门宫聚会啊，下阶在静心宫聚会啊，啊，他们顶尖跟下阶哈、哦，这个分成两边哈、哦，然后常常。教气，所以当初都有自己的别馆。我们的石门宫叫做那个文艺轩，静心宫这边底下接的叫做那个文乐轩，乐器的乐。哦，文艺轩跟武乐轩，那每次有节庆的时候，他们别馆大的啊，划龙舟对不对？以前在世新大学那边可以划龙舟，世新大学在金美奖那边可以划龙舟。哦，他们就两个队互相互相教气。还有台北金美以前还有一个很好的习俗。叫做银阁，银阁就是说把那个小孩子、哦、打扮成那个过去的那个忠孝节义的故事，然后坐在那个，类似用那个木头做的一个临时的搭的一个轿子上面，坐在上面就有人砍这样，然后一节接一节，像那个五公正一样。现在南部还有那种啊，我们的那集美也有成都这样，啊，他们就点点一下，我看是比较厉害，人数比较多，比较漂亮。哦，所以变得很厉害。那后来呢？文艺圈跟武乐圈，那人慢慢减少，就合并叫做艺乐圈。艺乐圈，他所以本来前面也有正统的艺乐圈，他现在已经解散了。今天好，这个是进行不能带一下，都是好。再来是新安宫，那新安宫就是在那个一个矿坑下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历史哈，也是在福德政策，那是在先建北边，北边的山边啊。那本来是那时候有一个永丰煤矿，在大正1917年的时候，永丰煤矿让那个矿工要进到矿坑去的时候，两个很惊嘞，那个不会怕，那个倒是拍下来就不见了，哦，所以人家说就上风啊，矿工是哈、哦、会死先嘛，在山里面、啊，那愚公呢？愚公是什么？死了没马。那、啊、你在大海就翻船死了，是不是没办法买了？那矿工是为死先买，我爸爸是渔夫啊，还好没有为死先买，不还没有死没买、啊，那个抓鱼的风险很大，抓鱼的很可怜，后来才知道可怜，为什么？你看农夫啊，当佃农后来都有地，对不对？你本来当佃农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技术，就是会耕田，然后被受被。耕田啊，让我分一点粮食来吃嘛。可是我们的耕者有钱人搞下去以后啊，佃农变地主嘛。好，那、啊、结果佃农都还有土地，啊，渔夫呢？毛死，那什么都没有，船一碰到海浪，人命连船都没有，好可怜。那、啊、常常我爸爸还曾经被那个缅甸的那个军队押走要赎金呢，他、啊、要赎金呢，要谈判呢。他、啊、们不给他就关，哦，会搞这个东西很可怜的，是吧？政府没有办法，就被缅甸的那个军政，他们要钱啊，就跟那个什么，现在不是北非那边在什么非啊？索马利亚对不对？一样啊，对不对？啊，他们是直接，你没有越界哦，啊，军就把你弄过来啊，你不从开枪啊？上次菲律宾有一次那个嘛，那个也是一样，他们就是要钱，要叫你政府赎金啊。好，那这个煤矿，它矿工不会怕，所以就是为了矿工需要，所以就盖了这个庙。那本来是一个小庙，后来就现在盖了大庙。那他建庙90周年的时候，2017年，马英九那时候当市长，送了一块仁爱回访的地。2017年啊，他卸任了没有？卸任了，哇，没有办法当总统的时候送一块匾额来。为什么他会送？哎，对不起，为什么他会送呢？因为他是那个新安里的里，他这个新安宫就在新安里，所以这个是里里面的土地公庙，啊，那马英九也都会来进香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有送这个仁爱回环的匾。那本来我以为这个很了不起，后来我发现在我们那个景美，你们知道有一个那个公馆街顶公馆那边吗？就新隆路一段那边有个路桥在往台大这边一点点有一个顶公馆福德宫啊。有一天我去看，他那个匾额有个香薰的黑黑的，我眼睛一亮看，哇塞，总统陈水扁，哦，我从来都不敢讲他有多伟大，因为人家还有陈水扁总统送的匾额的土地公庙，对市长算什么？哦，当时对他们肃然起敬。连个小土地公庙都可以有总统正匾啊，那个关系还蛮不错的啊。好，这个都是靠关系的。那因为新安宫比较特别，是那是刚好在马英九的新安里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马英九的观点叫什么？新安律所，本来我们讲中心律法叫新安啊，就是新安里这样。好，所以这个本来是小庙，到现在变成刚刚看到的。那本来他这个大庙也是在里面，然后跟建设公司换地出来的哈，跟刚刚我们讲那个代金宫一样。那这个也是以前景美绕境的时候都会经过新安宫，所以我那时候也有照到像这个一些神像团经过新安宫。但是因为后来啊，你队伍如果站住，他就要队伍整个队伍就拉到你庙里面来，哦，结果呢一天天搞不完。那搞不好你如果不今天要开嘛，我都有赞助你们哦，不现在我们这样办。后来他们现在就有限制，参与的庙，比如说就8队，最多8队，所以新安宫他们就没有再参加。好，曾经在民国，就是基督庙建庙150周年的时候啊，我曾经好多队一起参加，那时候就搞到很多庙都没有进去，从此关系决裂，就不参加了。
欸、这个庙宇是讲义气的呢。那天我去那个，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庙的。好，再来是新义煤矿的福德宫。那、啊、这个新义煤矿，这个福德宫真的很小，这个是原貌。哦，以前的庙就是这样的，跟柱子一样大，啊，里面也是有放，哦，土地公，啊，叫做福德公。哎，你不用看到这么小，它叫做福德公，它不是叫福德祠的，这个证明那叫福德祠。啊，我正在那写这个福德公，啊、哦，叫福德公，那个是新义煤矿。那、啊、为什么是新义煤矿的这个福德？因为它是在海巡署后方，它是新义煤矿那个矿工为祈求平安所建的一个土地公庙，一样跟新安宫的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矿区。只要矿区旁边一定有土地公庙，这个逻辑一定跑不掉。哦，你不拜，不拜会心里不平安嘛。哦，那你拜一拜，那个土地说土地公在管辖，哦，就保佑你，哦，不要塌陷。哦，啊，那这个是目前我所看到金美地区没办法进去的小庙。哦，现在都变成大庙了，就这个哎，保持原汁原状。它为什么可以保持原汁原状？因为没有人管它。如果有人管他，就会盖庙啊，盖大庙啊，对，因为没人管他，所以就变成自己原状的，好像也不错啊，还可以留下一些比较原汁原貌的这个庙宇。好，这个真修寺，真修寺就是在我们先基岩下面的一个佛寺。那我们刚刚看到都是道教，只有这个是佛教。那真修寺在东边，在那个寺院路这边，好，在小寺院后面，那供奉西方三圣，好。那这个一个49年，一个弘净法师的81岁的时候在这边创立真修堂。那71年呢，这个道场重新这个建庙，所以变成改为真修堂的真修寺，是我们这边唯一的这个佛教圣地。好，那看它这个有2层楼，盖得还蛮安慰的。那如果我们从先机人下来，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琉璃瓦的屋顶，2层楼盖得还蛮宏伟的。啊，这个是唯一的。佛教，所以拜佛就可以到真修寺里面来。哦，我们讲过了。最后，我又把鼓，他这个滑手好奇怪，会把鼓，我是万同一个会把鼓，因为我如果按右键，应该他就会选择嘛。可是我万同一个就会把鼓打坏，会不会有什么灵异事件？好，最后一个郭子口的福德宫，那这个郭子口福德宫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什么早安地庄那一条巷子的旁边这个。好，那在郭子口。那因为它在郭子口，所以叫做郭子口福德宫。那这个福德宫呢，是在1950年代才开始建小庙供奉哈。那因为有人管，所以就改成现在的庙啊，好，所以就改变了。那过去农历10月15号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有阳宫，那阳宫就是把那个宝玉尊王的神像跟宝玉大夫的神像呢，去田里面造祭。那金波照过以后啊，就可以五谷丰收，好，五谷丰收，因为宝玉尊王跟宝玉大夫被玉皇大帝赐封为驱虫太神，驱虫太神，好，所以他对这个农业时代哈，是很重要的农业保护神，好，那特别那时候就是以农作为主，所以这个他们就有举办那个绕境两宫的绕境。那我曾经研究过所有淡水河流域啊，注意是淡水河流域每一个地方都有在阴阳宫。曾经在我们集美集面有300多尊宝玉尊王的分身供各地请回去绕境，那绕境的效果听说还蛮好的。曾经有一个老人家讲到很传奇，他说啊，有一只那个蚱蜢，然后就飞来撞到那个宝玉尊王的那个药叫狐狸，把它给浇掉。我不知道老人家讲的，信不信你就自己看着办。厉害了，可以啊，浇掉，马上闻到那个BBQ的味道。好，接下来就是简，后面就随便讲哈。前面刚刚没有讲到，就在这边。好，那就放轻松，因为时间快到了。首先，我们从林荫路上可以看到这2头狮子。两头狮子，你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有庙啊？我们会探究竟，我们跑到里面去看看，哇，结果是一个天主教的庙，它里面还有天使。哎，你看先机岩里面，还有这么有趣的哈，还有这个中西合并的，哦，前面是狮子，里面是墓园的哦，天主教的墓园，还有天使在旁边保佑，哦，这个蛮有趣。那这个天使呢，哦，就涂的都很好。那这一张我在早期做部落格的时候，曾经
写过这个文章，然后 po 这个照片，那一天还被票选为，我吓一跳，他通知我说我这个照片被票选为今日最精彩的照片。那我就看有人在那回忆说，看起来好恐怖哈，因为是恐怖才变成最精彩的照片啊，对不对？其实的确有看起来蛮恐怖的样子，因为在那边文物旁边一定要比较凶的天使嘛，好，所以我们从下面看到就是在那个路的旁边，哦，这个很有趣啊哈。好，那接下来你就看到很多是天使的彩绘了哈，青蛙，这是杨贵妃吗？好，就看到很多这些彩绘，这是画蛇添足的哈。然后这个人这边恐怖哈，小孩子的人头，啊，这个马哈，很多很多了哈，很多。好，那先机人这个路灯，这个路灯是民国1944年是先机人那盖好这个例子，严格来讲它也算是古物了哈，因为现在也难得看到这种，啊，里面还可以放煤油灯的这种路灯了哈，所以这个也蛮可贵的哈，这个是就是路灯在民国1944年立庙的时候就设的哈，那个先机爷庙的图书馆，记得是先机爷庙，不是先爷庙，也不是先机庙，就叫先机爷庙哦，细爷的哈，细爷。好，先机爷庙里面就可以，那边有图书馆，那图书馆很多人那时候，因为图书馆没那么多，都跑到山上来读书啊。那你知道跑上来就懒得下去了，哦，所以就很认真读书，效果都不错。然后顺便拜一下李洞宾，对不对？哦，又考试顺利。蛮不错的哈，所以考试最好的方法把它关起来，让它下去觉得很麻烦，让它下去了啊，最好没有网，对不对？啊，就有银狼与映雪，很属学不错，负心有苦，人穷志不穷啊，这两个那种过去砥砺我们的那种孤独啊，孤独的一个场景来这个激励这些新兴学子啊，好，那人头结合哈，就是这个食材。肯定都不一样，就要风化的结果。那就有人就是把它刻一个影像哈，所以变成是自然跟人为的这种人为艺术的结合哈。那本来是一个石头，要把它刻一个人头在这边啊，所以我们叫做人头的结合。好，那这边有做一个说明，主要是材质不同，那比较短的被风化掉，硬的留下，所以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头结合哈。好，那就有人在上面刻一个佛。信心坚固，必有神助。好，那这个信心坚固，必有神助这一句话呢，非常有意思。你看啊，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很有信心，那你继续努力坚持哈，就会这个突破困境啊，然后就是会成功。就好像我们那个千里不到协会，对不对？你是坚持一直做，然后就不断的突破，然后越做越大，越有影响力。信心坚固，所以信心要很坚固。啊，就会有神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庙里拜拜，就是要让加强自己的信心。为什么要祷告，就是要信心坚固，然后就会有神助。那现在最近这个从红色变成金色的，有神机哦，变成金色的，你要去看金色的，当然是在去看的哈。那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但是我们那天带学生去探讨去看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哈要用在正途上。如果啊，你把它用在签掉六合彩或者买奖券啊，信心坚固必有神助，我看会破产比较快啊，所以只会用在这里。好，那本来有这个素吃铁盘啊，这个素里面摆一个钱，那全部在此地烤肉的盘慢慢吃进去。那天我再去勘察，我想说这个牌到底被吃得怎么样了呢？结果被弯掉，被麻子折掉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看这个。自然的演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你看这个，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这个还有看到这个字，对不对？第二次去的时候，这个就不见了。我想说这次去会不会人又不见了？结果被那个折坏了。好，他那个在遮羞寺上面有一个高家恩德堂，因为高家在景美发展历史很重要，所以他们设了一个遮羞寺。好，那另外有一个嘉庆年代的古墓，那清溪就是安溪的哈，他们。那时候就在先进这边做了很多那个古墓啊，所以这个是嘉庆跟我们1811年的古墓啊。听说这个墓碑都会被偷，因为听说以前书法都写名家写很漂亮。那我看这边有被涂鸦，不知道哪天会被偷的。所以最好哈，这个后代子孙干脆把它处理一下比较好，然后这个把它留起来做纪念这样，因为这个已经变成古墓了，200年了。好，
那先机眼过去其实它是景美第一公园，就最近呢在那个景东里那边在迁墓，刚好有一个告示牌，是景美第一公园，所以其实以前先机眼就是古墓，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松土在那边一样，慢慢切掉了。那切掉，那你不相信我们有张照片，你看这个一个小姐她怀孕，在以前这个叫做那个离婚寮、挡婚寮，这以前做东门的地方。那这个挡婚寮，你刚往现今你看，怎么样？哦，真的。全部都是美好哦，刚好这张照片，然后就呼应前面他说什么精美风格。当然现在很多都在树林里面你看不到啊，但是偶尔在步道上还会看得到。很温暖啊，几经过程那边有一个大温暖，看到的精美风格哦。好，先介绍一下历史聚落，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违建啊，从这个一板就是这样登山口旁边呢，就有这些很破旧的房子啊。那这些这个登山口的路都啊，他们也是从他们家的巷口门口经过，那这些基本上都是违建，但是也不会拆，让他自然去解决了哈。那这个难道要变成另外一个宝藏岭吗？宝藏岭不是的哈，羌族山下面也是，我们基本上这边也是，都是依山而建，拾级而上。那时候就是比较没钱的人，大部分都退伍军人比较多，他们就会找一个地方哈来成立自己的家哈。啊，因为本来没有结婚住在军队里面，后来结婚就要搬出来，搬出来又没钱买房子。那只有找一个人，没有人能管的地方，就盖了房子啊。好，那最后我们很轻松的欣赏一些景美的步道，像这种步道，你看吗？对不对？虽然是石头的，虽然是木头的，花了多钱，好走是没有错了，可是就是很硬、很僵化哈。那这个水早期的更丑，对不对？爽，这个是，哎，这个就是要去那个，另外要去那个叫什么？那个竹林医院后面的小路旁边那条，它前面有那个他们制作的那个放大图的一个那个平台，自己用那个 PVC 那个水管，然后中间挖一个洞放在那边被插上去，早期的非常 DIY， 非常有意思，这个是木头，那这倒是蛮漂亮的，这种就是要去我们河仙姑那边的这个遗址站，那你看就有咱们阿弥陀佛一些微笑标志的哈，高兴怎么弄就怎么弄哈。那这个是从那个麦田山庄那边的风道，那里还有一些墓园有六口的那这边是我认为还可以变成首座步道的其中一条，就是从那个刚刚前面这个坟墓上去要爬很多阶梯的左边开始就有一个，它是用那个家里的那个木头 DIY 自己做的这个台阶，然后这个完全没有水泥，那这一条刚好可以接到那个先机岩的棱线上面，那我觉得这一条应该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把它发挥一下，那应该它下面也有一些树根，那这边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是支线，所以政府就没有注意到它，就没有把它铺水泥，没有把它铺水泥，这个是很慢的，那就这一它的直线就这一条，全部是。哇，爬这个阶梯爬上去，那左边我喜欢走这一条，因为这条比较没有人，它比较自然。那上面就有这个平台，那这个是平台以前是这样子，后来把它变成这样子，还是有比较美的这个是使用前，这个使用后，这个整形都是整形后，整形后还是有比较漂亮的要不然这个也是有一个危险那最后结论，有一个人，他自称为药山的。他就提了一首诗，叫做此山风雅是蓬莱，空气清新不染埃，昔日神仙留足迹，千年岩石活沧海。这个还蛮厉害的，对不对？我觉得有感而发，登仙机也有感而发，做了一个七言绝句，还蛮有意境的。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是洋洋的，我也是来写一首诗。首诗跟登山之道有关系的。文山基地先机岩，人文风采生态风，融入教学那题材，地方瑰宝永流传。好，谢谢大家。
那是跟各自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好了。心肌炎代表什么？心肌炎。心肌炎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你就可以从狭义从广义去讲。好深。那个何老师呢，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让大家了解这个如龙吃水，大家还记得吗？看，因为人，这个人类的开发啊，这个建的道路呢，让神龙吃不到水，然后它的尾巴也被切断，也无法摆尾哦，所以呢。由这个地图，老师说的这个地图里面，也让大家了解说，心肌炎它现在这个位置上的重要性，就是变成是一个唯一的绿地。所以呢，也延伸到我们这课程，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手作辅导呢，继续这个维护这个心肌炎的生态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何老师的课。那我这边呢，在针对客户的一些通知呢，就是。这个因为接下来是5月9号的这个植栽的活动，那我们现在要先在这边做一个人数调查，就是当天5月9号可以参加的同学呢，可以举一下手。1、2、3、4几号？5、6、7、8不能去的举手就好。5月9号没办法到场的请举手。就一位，好，非常好，对，非常踊跃。那因为我们5月9号要做的是植栽的活动，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工具。那我们在这边也调查一下呢，就是家里有这个可以携带园艺小厨的，或是这个小园艺小铲的同学，请举手，就是已经可以，小铲，就是一些园艺小厨。工具的，好，有已经可以携带的，1、2、3、4、5、6那么少，那就是可以携带，就是只有一只吗 ？OK， 有8位，能不能借一下？想办法借一下，看有没有办法想办法借一下。可以借或者买到的。我拍都要去啊。那这个我会在就一现在目前可以调查到，就是有8位同学是可以期待这个工具的。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是大家都有拿到这一个文山绿奇迹的活动嘛？那这是文山社大有关公民周的。那其中呢，我们下一次活动是5月9号嘛，所以呢，这一个呢是刚有同学问到说需不需要线上报名？不需要，因为这是我们的课程，所以就是不需要在线上报名或者到这个社大报名，就直接当天到这个集合的地点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边公民周5月8号我们是没有上，当天晚上是没有上课嘛，但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呢，就是生态绿网的愿景的一个课程，然后就是希望也有同学能够报名参加，就是因为现在协会呢有一个这个生态绿网的一个计划，那已经启动了，那就5月8号有一个说明会，然后希望都能够到。那这样子同学对于作业啦，还有这个5月9号的活动，还有什么问题？下礼拜是5月1号，我上课。一样要有上课啊。嗯。我一样要有上课。你搞错了。好。那这样子还有其他问题吗？那个哈，麻烦带水一下。5月9号哈，每一个人都要带水，麻烦用那个哈容器。
至少要1000cc。啊，如果当天有下雨的话，你可以用减半。至少，我写是至少2000cc 啦。啊，男孩子可以带到5000cc 啦，因为你要植栽的话，水很重要。啊，你不是只有种一个人，不是只有种一棵，可能要种30棵左右。啊，所以就是水可能要多一点。那不要紧，你按你自己啊，你自己认为那个背不动，你要背个600cc 也可以啊，不是说不可以啊，但是尽量2000到5000cc， 5000cc 刚好2瓶那个牛奶那个，大的牛奶那个呢，啊，那是男孩子的，女孩子的话大概小瓶的那个哈，小瓶600cc 大概2瓶到3瓶啊。这样子，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就解散，再见。